是中道时，问好嘛是讲看你句话吼，应该是会阮。啊，永安是我在看望我，透早是乌眼气的是讲。今仔日我来讲这节课吼，其实哦，各位你敢知今仔日什么日子？10月10号吼。其实我下早吼有甲看新闻，但我看这新闻了后，我感觉心情有淡薄仔沉重吼，因为我看到台南市长赖清德吼，伊是民进党嘛吼，过去民进党头一个率先讲买升旗，对宜兰开始，伊讲学校绝对无咧升旗的，无咧升中华民国迄个国旗啊，因为迄旗是假的，正中华民国国旗是五色的，恁敢捌看过？也阁捌看，未来恁若继续上有讲师会讲落去，伊就是。一条一条有5条5色，为什么？迄个正中华民国国旗，迄是孙文迄阵设计国旗啊，五色的。或者汉满蒙会长哦，五族共和。那即马即支中华民国即支国旗呢？伊即个流亡政府即支国旗是或者过去是海军的军旗，海军的军旗。啊，唔知那个变对不？我被骗了对吧？台湾人讲骗几十年啊。所以赖清德下早所讲的，伊甲阮升旗，甲阮唱国歌，甲阮三民主义无党所宗，无党嘛，伊有可能是讲啊，这国民党造换民进党的这条歌继续留咧用，嘿，咱这党的讲的拢对，真可怜哦。啊，包括双十国庆哦，包括马英九嘛，同款，伊过去讲633，大家拢知吼，不知影633会，唔知影人请举手就好无？过去七年前，唔知哦，633就是卖叫伊就讲，伊开支票嘛吼。633就是讲，干那国民所得的偌济啦吼，偌济啊，迄个反正就是他开的支票啦吼。结果拢无兑现，今仔日同款又搁咧讲数字啊，同款伊拢最爱讲这数字的。好啊，我今仔日吼，当然我看足侪。今仔日伫总统府头前遐吼，伫迄个凯达格兰大道遐吼，确实也足侪人去参加，包括民进党这边有23个，蔡英文嘛伫遐，哦。因其实啦，咱最近吼，咱个看最近有足侪新闻吼，我讲较大条的就七月份呢，咱台湾的新闻吼，全世界新闻拢有看吼，七月份呢，日本啊。一间上大间的银行叫做三菱东京什么个款啦吼，上大间的银行是全世界第五大，准备要来咱台湾设分行啊。所以七月份迄个新闻就讲，伫中国有70几间的日本的大企业吼，伫中国已经撤资啊，要转来咱台湾，毋是要转日本啊，要来台湾设厂，会设伫倒？可能会设伫高雄。头一批70几间啊，后壁过了100间来入来。为什么日本的企业会入来台湾？大家拢知吼。安倍，我等下讲着吼，等下固定会讲着。安倍最近有足侪，伊有恢复自治主义前，等下讲吼。啊，过来希拉蕊啊，伫8月2日，伫美国国会报告，伊咧报告内底哦，有骂共产党，啊骂有骂国民党，刷了过来骂换骂民进党诶。伊讲民进党呀，伊讲的话哦，有迄个含义啦。伊讲民进党啊，深知国民党的庞大利益啊，所以如法炮制。吼、哦，意思即句话意思是讲国民党要走啊，民进党要接起啊。民进党想讲，哎，这庞大的利益哦，所以民进党硬要接啊。你看蔡英文总理日本拄啊转来有无？伊想要去见安倍，但是应该无见着，因为新闻无刊，无见着吼。过来咧，奥巴马伫奥西会，伊个习近平甲奥巴马2礼拜前有见面有无？奥西会啊，见面完了后呢，以前伫联合国有发表意见，伊讲强调啊，伊嘛讲了叙利亚代志，啊嘛强调伊讲中国啊袂使以大国欺负小国啦吼，但是中国大家拢知伫南海有无？伊南海有人做咧人工岛礁啦。啊，东沙西沙，前头因之前有去啊共侵占，想要抽石油啦吼。
奥巴马一直甲中国人讲，希望你们要遵守国际法，一直强调国际法，国际法讲三摆。伫到顶礼拜尔，顶礼拜伫迄个联合国讲吼，啊，过来两礼拜前啊，咱台湾有一个查某囡仔吼，叫做徐丽玲吼，伊去瑞士日内瓦要参观，伊去遐佚佗啊，顺便讲，哎，联合国伫遮，要入去联合国参观了后，啊，伊摕是中华民国国民伊个身份证，啊，甲中华民国护照，结果去互挡伫外口，联合国个发言人甲讲袂使，伊讲除非你拿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证件，我就让你进去。啊，迄查某囡仔袂歹。伊讲，我不是中国人，我是台湾人。伊讲，那阿妹啊吼，妹啊，咱台湾诶外交部有去甲询问哦，啊，苹果你迄个，迄、那个自由时报足侪报道人有看哦。伊讲有去甲问哦，啊，然后个发言人伊讲哦，如果台湾人你们拿台湾政府身份证一样可以进去。结果咱有同心伫水珠，就是提一张咱台湾政府的身份证就入去啊，包括咱就身份证100%是。联合国拢有承认的就对了吼。好，啊，要安怎来了解？今仔日吼，应该恁也阁无，也阁唔捌甲亲戚朋友讲过台湾政府吼，拄啊开始尔，家己嘛唔知吼。其实咧，法律吼真简单，逻辑哪通，就差不多通啊。啊，逻辑通当然内底爱去记一寡物件，啊，所以爱去继续训练。为什么爱对初级班开始训练去？初级班拢一寡较基本的。啊，过来就高级班，啊，过来第三关就职前训练啦。哦，你若经过初级班过，高级班过了后，第三关叫做职前训练哦。迄个时阵哦，恭喜，迄个时阵恁会当以恁家己的兴趣哦，啊，家己的迄个实力，家己的迄个能力去选职务。哦，啊，有三有几落种职务好选，有政务官，啊，有议员，啊，若40岁以下，佫会当选乌行部队。哦，乌行部队就专门咧管警察的。啊，今天我来讲这个，就是讲，民政府因为伊个法律吼，老实讲真宽，吼啊，有当时啊，过去的我嘛同款哦，去甲亲戚朋友讲的时候哦，甲讲这個，啊，伊这听无，佮来问遐，啊，咱就去讲遐，付到尾也小钱，真忝。啊，所以要让亲戚朋友先会当先了解，要相信讲台湾民政府这是真的，就是这套上简单，吼、哦，这套上简单，这拢。新闻咧报，拢新闻报，啊，干那咧讲故事同款。啊，若要了解，真正要了解台湾民政府的，都一定爱买一本册吼。恁知无？一本叫做《新台湾论》，哦，迄本一定爱买，迄本算互你上基本的。你若有啥物问题，伫内底辨别，拢伫内底。哦，迄本内底查足够。伫咱哦，这本《新台湾论》吼，哦，恁拢有吼、哦，对。这本呢，这咱要做一摆看完无可能，啊，看完嘛袂记的。你都有闲就甲变，有闲就甲变吼。新台湾论上基本的，啊，若要甲亲戚朋友讲，就是讲这套上简单。要来讲讲咧，讲台湾民政府的由来就是安尼吼。这咧，咱就差不多故事讲，对1945年哦，对1945年，1945年的8月16日迄天下早时11:02，美国是毋是弹头一来原子弹啊？是伫日本的广岛，吼啊，对，隔三天伫长崎嘛吼。日本才会投降嘛吼，结果是伫1950年啊，1950年同款8月16日迄天，台湾迄天哦，有出世一个囡仔，哎，囡仔哦头大大，真巧，大汉了哦，足爱读册，哦啊读真多册，啊所以伊大汉了就走去中国哦办学校，就是今仔咱要讲的这个男主角吼，林志升博士，伊伫咧10几年前啊，伊去中国办学校啦。嘛，伊嘛算是一个台商啊。迄阵上，哎，大家台湾人足侪拢走去中国吼，台商走去中国，啊，叫伊嘛走去中国。别人是做工厂，爱是做学校，爱伫四川成都办这个学校，办了袂歹，真赚钱。所以，乌托会甲恐吓你了。乌托会想，哎呦，这好赚哦，这台湾来的哦，台商甲欺负、甲恐吓、甲提钱，啊，伊想出外人钱，会当解决了，就钱就可以啊。结果中国的白道啊，就是政府共产党啊。是讲这学校袂歹，想要甲食开，所以吼、哦，都乌白甲编罪名，甲罗织罪名，甲来关，啊关偌久，放偌久，搁来关。有一天呢，这林志升博士伊发现讲，哎、欸，伊问足个朋友，啊伊看这情形不对，伊若无落跑吼，性命绝对休去个。啊，所以以前，土
透过各种方式哦，逃亡3000公里，伫东北一直走来到福建的沿海，要回来台湾嘛。当然，伊就要请一个渔船。啊，渔船呢，前迄船头个讲林先生，你爱穿一双雨鞋哦，爱着听伊话，着穿雨鞋。上船了无久，伊甲因为要偷渡回来台湾嘛吼，着爱日头落山才通偷渡。结果咧，迄渔船啊，甲载到一个小岛，甲放落，甲讲你落船，你用料的料上岸，差不多300-400公尺呢。哎呀，讲外紧，迄水浅浅啊，一落去水到遮。伊探好看，讲到遮呢，哎，着游泳遐看，伊无走嘛袂使啊。伊好不容易伫中国逃命，会当倒来安全的所在啊，所以落船用料的。聊到海边啊吼，当然伊个雨衣拢无去啊。啊，聊到海边啊呢，行到精疲力尽吼，老实讲，海边啊有足侪烂沙，爱行到吼，搭袂，一步一步咧行足困难的。过即6-7天内底食无好，困无好，所以精疲力尽。啊，行到海边的时阵呢，伊看到海边有足侪一支的铁旗啊，人个足大块的铁旗啊。向外海，一支向外海。查甫若捌做金门妈祖做兵拢知，迄个金门妈祖，迄个咧防止阿强啊，迄个反登陆的啦，伊的舰车啦，伊的船啊，袂好入来。我爱到底下，伊行到底下迄时阵，底下小休困者。啊，当伊咧休困时阵吼，伊讲，看到伊的手机啊，伊的手机啊，掉伫身躯遮，都淹无着水。看手机啊，10多年前的手机啊，迄青灯闪着闪，有信号啊。伊将手机啊举来拍，伊的好朋友，台湾的好朋友。甲讲我即马伫遮吼，伫倒伊嘛，老实讲唔知啦吼，可能是金门嘛吼。迄个好朋友甲讲哦，你莫阁行，伊讲经过这铁旗啊过了后咧，后壁就是地雷区。地雷你知无？地雷咱看袂着吼，伊讲看袂到个，那拉落就崩个啊，就翘伊啊。所以因真唔敢顶当，啊唔敢顶当变怎？伊讲无用，这应该是金门吼。我叫金门的警察去甲你找，啊去甲你救，吼啊警察伊就。等警察来嘛，当伊咧等的时候天色当然愈来愈暗啊，啊海水一直涨起，伊讲他死啊，海水涨起来会淹死。那头前甲行入是地雷，绝对死的。以前伫遐等真久，等到警察哪袂来，当然是以前当天就抓。伊讲这是金门无唔对，如果我若无死伫金门啊，那让我安全倒去台湾啊，我下半世人一定要替台湾人民拍拼。果然无错，伊就安全倒去台湾了。伊回到台湾了，就去研究这个万国公法，就是国际法。哦，啊，当时李登辉吼，嘛甲讲，你会当去读一个法哦，叫做《世界战争法律》《世界战争法》。伊讲啊，《世界战争法》哦，找看台湾的地位伫遐，所以伊连去一直研究，研究完了才知讲，要求台湾啊，唯一的出路就是伫遮。啊，伊要来进行，伊前开始想。想我这件代志要怎进行呢？所以一直到2006年的年底吼，伊召集台湾228人吼，去控告美国总统。头一条就告美国总统，这我也袂使乌白告吼，伊讲想真久吼。因为你若见面乌白，干那告一个美国国家吼，可能告袂成啦。因为美国有一条叫做国家免诉。如果若要告国家嘛，无律师敢接这个案啦。如果若告无成，若国家被判为国无聊诉讼吼，被判为无聊诉讼，这个律师是规世人拢无牌呢。所以头一条去告美国总统吼，啊，为什么会去带会去台湾去招228人呢？大家拢知吼，当时是1947年，台湾发生一件惨案，叫做228大屠杀。这个代志到即马其实吼。要袂水落石出呢？咱台湾人还阁无人知呢，正经的代志还阁无人知呢。各位，你敢知二二八杀死偌济人？敢有人知？无人知吼。过去我嘛唔知，那无来台湾面政府哦，有足侪资料，美国嘛足侪荷兰迄个解密档案荷兰呢，所以咱看足侪秘密的档案，咱了解真侪。二二八啊，当作是其实咱拢知吼，全世界敢若日本人哦，做这个虎口菩萨。想清楚，你出世一个囡仔一定要报，啊！若一个人若死亡去，嘛一定要报。所以人员偌济拢知。所以伫二二八以后十几年后啊，咱台湾哦，
有人去查，当时台湾减掉126,000人呢，126,000人呢。但是126,000人内底爱去扣掉一寡吼，咱当时咱伫1945年的4月初以后，台湾就是予咧日本正日本兵啊，迄阵就毋是予咧予咧冲予咧啥物？什么义勇军啊，有高山义勇军那种，迄阵是正日本国家。所以咱台湾迄阵1945年4月初以后，日本伫只日本天皇伫只实施宪法了啊，台湾就已经成为日本的国土啊。所以迄阵台湾就有参政权，有参战权啊。所以迄阵李主席大人，咱台湾人有20几万人哦，参加日本兵去作战，死掉39,100个，即卖藏伫倒，你知无？藏伫日本的靖国神社，所以126,000几个扣掉39,100个，差不多偌济，应该超8万人吼。被杀死快要8万人啊！但是拢是精英呢，伊拢点名呢，大拢知一挂精英拢有代志，包括啥物人，包括吴伯祥，吴伯祥因阿叔，或者吴鸿林啊，伊参吴伯祥因老爸是乡绅啊，伊较早日本时代有咧推书。推书应该是即马诶检察官，还是迄、那个哦，类似迄种诶阶级控掠去抬啊。啊，吴敦义因李白伫南投共款控掠去抬，敢若伫农会咧上班呢？迄种有拢精英啦，是毋拢抬精英？啊，你若想哦，吴敦义甲吴伯祥即两个啊，甘愿认贼做老爸哦，伊袂调查228，伊嘛袂去骂国民党，伊伫国民党内底吃香喝辣的。民进党过去定人咧讲。认贼做老爸，就是咧讲这两个这种的吼、哦。所以咧，你要想吼，2006年的年底，10月底去告美国，经过无几个月后，美国就送咱这支旗啊。这支旗啊，代表什么意思咧？这外口红色的，美国人要甲咱讲，红色的代表日本国旗，包伫日本国旗内底有台湾甲澎湖，表示伊要甲咱讲，台湾甲澎湖属于是日本天皇的土地。不是日本政府哦，是日本天皇的土地哦。那中这个台湾中这个大粒星呢，代表是美国的军事占领。大龙仔是美国两粒原子炸弹落弹落去，日本这台湾是美国打赢日本的，所以叫做美国占领哦，就是叫做日苏美战。啊，外口有六粒星呢，代表台湾未来有六个州。日本时代就差不多像安尼吼，大哥，才刚有超过71岁。应该无吼，安尼拢少年的啦吼。71岁以上就是日本时代出世的，就是1945年9月2号之前。恁有人去，咱有开始签身份证未？有吼，啊是毋是要调啊调日本时代的户籍成本？要提到1945年9月2号之前吼。迄时阵日本时代台湾是5个州，5个州，啊3个厅。哦，过即卖有宜兰州，就是管宜化东嘛。过去呢有花莲厅、甲台东厅、甲澎湖厅，迄阵5个州尔吼。为什么美国人送咱这支旗啊？因为美国人早就传遍遍咧等啊。咱一看吼，2006年的10月年底甲过哦，2007年的年初，伊就送咱这支旗啊，表示美国人早就传遍遍咧等啊，伊知影台湾人有一天一定会清醒，所以这支旗啊传遍遍咧等啊吼。过来嘞，2008年，咱台湾民政府正式成立，哦，这个就是咱中央会馆，即马就是伫咱遮，哦，成立分别划分为6个州吼，就台中州、台南州吼、高雄州、宜兰州、台北州、甲新竹州，这是属于新竹州的，新竹市以北啊，山南埔以南，这拢在新竹州吼。过来嘞，2009年就是6年外前啊，美国联邦法院。就是美国高等法院判定本土台湾人赢，啊判决这5条伫遮，头一条就是讲本土台湾人无国籍，啊第二条本土台湾人无国际社会承认的政府，第三条本土台湾人如今要生活伫咧政治联盟啊，各位恁敢有感觉咱台湾人生活伫咧政治联盟，敢若无啥感觉吼，大部分人拢无感觉吼，对，即卖伫外口人绝对无感觉，就是讲敢若袂输伫地界啊。什么叫做政治联盟呢？什么叫做地界？美国高等法院判决讲，台湾人如今要生活伫咧政治联盟，都讲来袂输过去李秀莲吼。李秀莲捌讲过一句话，叫做“温水煮青蛙”，捌听过无？哦，
温水煮青蛙，但是伊讲一半无人知影啥物意思。温水煮青蛙咧，类似一步一步慢慢啊，甲你练字，慢慢啊一步一步，一天一日一日慢慢啊，互你艰苦，互台湾人唔知。到全世界吼，有一挂科学家有去做一个研究吼，就是讲用一口鼎，啊鼎内底放一挂水，啊甲抓一挂死青蛙，伫内底，啊青蛙就足欢喜，有水当然伫遐游啊，哎袂歹。啊！迄科学家伫下头个鼎下骹吼，用火慢慢啊，甲加热、甲加温，慢慢啊加，慢慢加。当个温度来到三四十度时，迄青蛙佮煞感觉足欢喜个，讲：“哎呦，诶，即马煞变温水游泳池咧！”伊根本无想要走，让它慢慢的适应这个环境哦。当温度来到六七十度、六七十度时，迄青蛙感觉：“嘿，佮刚才有较热咧，吸一下汗，无要紧，佮继续游，根本无想要走。”参台湾人个个性同款哦，台湾人是爱。但人哦，真破身吼，真勤俭，真骨力，真拍拼，啊嘛真论命，吼吼，能够适应哦各种恶劣的环境，而且是一步一步慢慢落去踏入死亡的阶段吼，人也袂感觉吼，叫做温水煮青蛙。但是当个温度来到八十度以上，感觉又可能会烫人，迄水管想要跳，迄袂赴啊，已经黏要死去啊，叫做温水煮青蛙吼，叫做正式炼狱吼。那美国高等法院判决的第四条讲，美国的行政单位要主动帮助原告，就是咱本土台湾人吼，本土台湾人。那第五条判决讲，本土迄个台湾啊，目前还佫伫咧美国的军事占领当中，美国的军事占领当中的目前还是呢，但是并无看到美军吼，即等下来详细解释一下吼。所以每一年拢有今天一直到2010年啊，佫过两年。九月份哦，咱台湾民众伫美国一个华盛顿 DC 一间四季酒店吼，伫遐举行一个庆祝个酒会，要甲全世界讲，讲台湾人已经清醒啊，咱已经有成立一个台湾民政府吼。当时美国伫遐吼，伊有委托台湾人摕这两张图登来台湾，啊，这两张图嘞，老实讲，若无了解侪，少人看无吼。正平这张图呢，这叫做二通桥啦。二通桥就是伫这桥只行到过了，后壁是日本天皇的皇宫，吼、哦，足大个，足水个。我去年12月有去，但今年的12月咱嘛阁有足个东西会去，去甲天皇祝寿。12月份是天皇的生日吼。在美国人要甲咱讲，这个土地属于日本天皇的。那正明这奥巴马，大家拢知是当作是美国总统嘛吼，代表美军占领台湾的，哦。总统一任一任，到到即马是奥巴马吼，下一任唔知谁吼，下一任恁有啥物人？美国总统即马嘛开始在选人呢，吼、哦，有可能吼、哦，有可能啊，希拉里对咱好，希拉里对咱台湾袂歹。哦，这同款，其实这两张图参拄只迄个红色的，哇，迄、那个旗啊，咱台湾民众迄个临时旗啊，同款意思，统统叫做日苏美战，哦。那即摆来，我来解释拄只判决迄五条吼。头一条判决是讲本土台湾人无国籍的，各位大家拢知呢。全世界世界人权宣言第15条之一之二讲啊真清楚，每个人都必须要有国籍，而且每个人都有自己选择国籍的权利。但是选择国籍吼，必须要符合下面三个原则：头一条的意愿，意愿；第二主观；第三个在合法。意愿呢，就是我家己先会当想法。讲我要做多一个人，拢会使哦。每个国家都可以，你都可以住，成为每个国家的人民哦。就这想法，那主观就是或者爱家己去办证件哦。比如讲啊，我想要做多一个人，家己去办证件。啊，第三爱符合各国的法令哦。每个国家的法令都有差那么一点点。比如讲啊，我想要做美国人好了吼、哦。假设我想要做美国人嘞，我一定家己先有想法嘛。第二，或者主观，我家己爱去美国摕到绿卡，大家拢知绿卡吼，要成为美国人，要先拿到绿卡呢。那拿到绿卡以后，要符合美国的法令，就是5年来，我摕到绿卡了，开始算5年来，我个人哦，爱伫美国待满2年半，3天、5天、5个月，1个月加加嘞，5年来呐，加加有2年半，我就符合美国的法令，得当做成为美国公民，啊去美国欢迎。效忠美国政府啊，考一下试。后摆咱台湾同款嘛是爱考试吼。后摆咱台湾会考，若要做台湾人吼，6年后摕到台湾的绿卡以后，6年以后要做台湾人了后，爱留下考试，会考国语的，
考国语会好无？后摆咱可能哦，安尼啦吼。我即摆讲的，这就是应该就是后摆国语的。那台湾人拢嘛讲这个话啊，对吧？唔是北京话啦吼。哦，那直接我要讲咧，国籍法呢，讲啊真清楚。但是咱台湾伫当作是1945年，是毋是日本战败了？日本人离开台湾，48万人，48万，我袂啥记啊，都40几万人离，诶，日本人去互美国用军舰载登日本。留伫台湾有600万人口，就是咱本土台湾人。迄600万人口诶，甲过两年老蒋诶来了，老蒋伫过两年1946年的10月12日，伊违法吼，违法，落一堆闲登边咧。叫迄阵咱所谓600万人口的祖先哦，大家拢来领中华民国国民身份证，所以迄个时阵变成一夕之间，600万人口全部变成中国人，变成中国籍啊。对，当作是大日本帝国、日本国籍的，一夕之间全部变成中国籍。但是呢，伫1949年，佮经过3年后，1949年国共内战，对不？啊，共产党、国民党烧台，叫国民党被消灭了，中华民国被消灭了。所以对伊开始又变成无国籍，那台湾人被判定为无国籍就是安尼来啊，哦，所以他们是非法吼、哦。那第二条咧，判决讲本土台湾人无国际社会承认的政府，伊就是用美国的高等法院要甲台湾人讲，恁台湾人无政府啊，就是中华民国唔是恁的政府啊，奇怪吼、哦，中华民国唔是咱的政府，啊我空空咧，伊叫我去做兵，我去做兵咧，去做兵无？差不多的，大家拢讲骗去做兵啊，这违法的呢。所以因的输就是安尼吼，甲咱改变国籍，佮因是咱的，咱是中国人，伊甲咱掠去推因做兵。大家想清楚吼，过去咱的祖先是日本殖民的，啊，日本人是毋是拍中华民国？日本国家甲中华民国敌对国呢？啊，咱的爸爸妈妈是日本国家的人啊，日本人生来煞变咱中国人，啊，煞去推敌人咧做兵，安尼有奇怪吼？足趣味吼，所以因100%输啦，足惨的。判决讲本土台湾人无国际社会承认政府，因为大家拢知，伫西元1912年，孙文、孙中山吼推翻满清政府嘛，满清伫1911年就死亡啊。因伫1912年成立了中华民国，中华民国伫1912年成立，但是呢，却是在1949年国共内战被中华人民共和国消灭啊，吼。所以你来看，老蒋伫过两年走来阳明山的时候哦，又讲一句，伊讲我们中华民国啊，到去年1949年，有无？1949年吼，终究随着大陆的沦陷已经灭亡了，我们今天都已成为亡国之民了。老蒋来讲呢，民国38年1949年中华民国就死亡啊咧，啊，咱搁底下像今天搁咧中华民国万岁，迄实在是吼，看了真好笑吼。那无看这，其实这个。这个画面啊，离后你知无？离后伫电视讲唔啊超过10摆，因中国人拢无人抗议过，表示这是真的嘛？定定咧讲咧，离后定咧讲咧。第三条判决讲，本土台湾如今嘛生活伫咧政治连江吼，安尼啦吼，其实有足多啦吼。啊，我再举例一个物件吼，就是选举的制度无合理，选赢选输大家拢有成本，这就是政治连江内底一条上大条的吼，其实还阁足多的。尤其是这20年内底吼，男女恶斗非常之严重，上严重就是这7年啊。马英九做这7年的总统的负责人了吼，这7年台湾人差上侪啊。因为7年前两年，大家回想看嘛，回想看看7年前到今仔日，迄是差真侪，差上侪这7年吼。伊讲伊这制度选择，伊个制度是无合理的吼，选赢选输一票300块会当领了倒来，各位敢有人唔知？一票的300块会当了断，对里长、里长以上甲这个相关的总统选举，那选赢选输一票会当了断个30块，那唔知人举手者好无？哦，啊，真正这条有人知啦吼，一票300块吼，这是个人的哦。那政党一票是200块，哦，足侪里长也阁唔知，足侪民意代表嘛唔知吼，一票300块了断个，所以顶一届总统选举。马英九是不是689万票？一票300块，所以马英九会当领到个2亿外，吼、哦！啊，蔡英文选输，伊会当领到个1亿8000几万，算属于1000外万。啊，选总统有好赚无？选赢选输拢1-2亿通个领呢，对不？哎、欸，
啊，马英九伊选两摆总统呢，啊，两摆台北市长呢，即摆大家知柯文哲选掉台北市长了，伊捐偌济出来，2500几万对无？所以选台北市长拢差不多会得分2000几万啦。啊，马英九选两摆市长，两摆总统，所以伊家即条分5-6亿呢，好赚吼。这是国人的，啊，政党是一票50块，一票50块乘以4年，所以等于是一票200块。各位，咱拢捌登过票呢，咱真正唔知呢。咱去登一票，咱爱伫落地啊，去摕230互因分了。美国高等法院判我讲，全世界嘛无人安尼设计，这绝对袂使。所以判我是第三条，就主要就是这原因吼。一票200块，所以中国国民党伊会当领11亿7000几万，11亿7000几万呐。啊，中华民国民主进步党诶，领9亿外，民进党哪会咧无钱？选去着钱啊！当年算当年分啦，过来嘞，台联呢2亿外，亲民党1亿4000几万，各家新党、绿党、党，各位你敢知中华民国的架构下骹吼有几个党，恁知无？嘛是无人知啦，用摇看，摇看卖，大概有几个党？中华民国的底下有几个党？我唔知，我直接讲哦，超过268个党。足侪党咱拢毋捌听过吼，足侪党拢咧创啥？所以台湾有200-300个党主席啦，吼吼。所以只要咧政治联姻启动一环吼，过来。第四条，美国高等法院判决讲，伊个行政单位吼，爱主动帮助原告，就是咱本土台湾人。这个相片就是去年9月17日吼，咱台湾民政府伫台北国际会议厅伫世贸隔壁。有一间国际会厅哦，咱伫遐做一工吼，伫遐开大会。啊，这两位呢，这两位这因咧美国人拿来唱国歌的时候，唱美国国歌的时候，讲手爱囥安尼，咱嘛唔知吼。伊讲啊，这个是叫做斯卡特，伊是美国前检察副总长哦。伊当伊落任了，经过奥巴马的任命，经过美国国会通过，讲命令派任他哦，专门去处理美国海外的事情，所以一来台湾民政府参咱见面是正常的，因为美国是三权分立国家，它司法是独立哦。一司法部判过了，你行政部门一定要去执行。行政部门哦，行政单位必须要自动去协助原告，所以伊一定要主动来帮助咱台湾民政府正常的，包括军方嘛同款吼。第五条判决是不是讲台湾目前还搁伫咧美国的军事侦察当中？但是美国高等法院讲台湾并无看到美军，这唔对呢，所以恁乖乖爱派兵去台湾徛下兵哦。所以美国军事政府呢叫做 USMG，US 代表美国 ，M 代表军方 ，G 呢就是政府。美国军事政府已经成立一个 TCG， 哦，叫做台湾人民政府，要来台湾接政权呐，哦。但是呢，美国这个军事政府伊嘛依据国际法律吼，万国公法、世界战争法。旧金山和平条约内底写啊真清楚，各位，伊所依据的参咱秘书长参林志升博士所读的、所讲的，一模一样，全部拢共款。尤其是旧金山和平条约、旧金山和平条约内底吼，咱国内无人知，包括律师嘛捌读过，即七字捌读过啦。旧金山和平条约即七字知影，但是内容绝对无人知，因为国民党要甲咱骗，要甲咱暗藏历史。拢叫人读中国历史，读中国地理，台湾的地理历史，伊拢完全无让人知。旧金山和平条约内底啊，是二次世界大战战煞了，全世界有48个国家国会所签的一个，目前全世界最高位阶一个合约。内底第二条 B， 第四条的 B， 第二条三条的 A， 讲啊足清楚。哦，这本新台湾论内底嘛做得有写吼，讲目前台湾这个土地还阁属日本天皇的。啊，属于是美国占领，吼、哦，真清楚。所以国民党无爱让咱知影内容，拢甲咱讲强调开罗宣言，吼、哦，开罗宣言是无效的。开罗宣言当初是1943年二次世界大战也当咧战的，三个国家有无？美国、英国甲老蒋的三个伫遐咧讲尔，讲后摆战煞了，台湾互你管，真好笑。台湾也毋是美国的，台湾嘛毋是英国的，台湾嘛毋是中国的，啊，因三个伫遐讲，啊，讲的就变因的嘛。所以那是不准算的吼，尤其是即摆叫较好笑，即摆阿强啊吼，
讲咧参国民党咧进攻，无啦，开罗宣言，迄是毛泽东去参加有无？新闻有报吼，天是啊，就哎，就中国人凶，足奇怪。迄天我睁着眼睛说瞎话，迄有够好笑的。开罗宣言基本上无什么效用吼，没什么合约，伊无签。过来咧，伊是新闻公报尔尔。过来，大家嘛知，全世界拢知是老蒋的，甲迄个罗斯福、甲丘吉尔嘛，因三个嘛，啊，蒋宋美龄嘛坐伫边啊嘛。当时咧看到毛泽东，好笑吼、哦！共产党诶，咱国民党同款，诶，拢讲好笑话，足好笑诶吼、哦。好，这就是破坏这五条吼。过、哦、来咧，其实六年前啊，美国高等法院破坏了，当时有三个方面咧进行这样代志。第一，就是美国啊，支持咱本土台湾人赶紧训练四千名政府诶官员啊，要来接政权。所以四千名，咱这四五年来吼、哦，不管透风落雨，过年过节，咱毋捌停过，像安尼。每礼拜拢有，逐礼拜拢咧一直咧进行哦。所以其实四千名官员哦，已经够啊。但是呢，咱若真正要接政权哦，所以若讲足侪单位要排到满哦，是还阁无够。所以各位今仔日啦吼，恁真正还阁算搭到末班车啦，末班车啊，其实拢还阁会用哦。所以把这套讲好清楚啊。等于甲亲戚朋友讲，真简单，照一本这个佐证的册哦，这本咱内底拢一模一样哦。你讲训练四千名官员哦，啊，为什么也训练四？美国为什么叫咱训练四千名的官员？真简单，当时是1945年，中国人迄阵单于啊，就是带1000名的政务官来台湾接政权的。啊，迄阵台湾是毋是600万人口，600万人口嘛？那美国人讲，嗯，啊，即马差不多4倍，安尼恁训练四千个。四千名就是这样来的哈，其实是无够了哈。第二条，美国集征兵，美国建国200多年来头一摆做这个代志，因为台湾人乡下过过呀，啊，因为翻译嘛判过来呀，所以他急着要派兵来台湾当兵，所以很急，他急着征兵哈。一共啊，在美国有54种、54种哈非法拘留在美国的哈，一挂人当然是。拢伫遐预期的跳机啊，啊伫遐读册唔走的啊，希望一天看会当成为美国人物。因为美国福利真好，大家都知。所以美国政府一共来在美国有54种非法拘留在美国的哦，拢出来，免阁理啊！我要予恁机会，让你们提前效忠美军。哦，恁拢会当来做兵，啊来做兵，做完兵了，全家不是一个人哦，一个人当兵退伍以后，全家跳过拿绿卡的程序呢。成为美国公民，保大无？因为美国他急着要兵嘛吼，他要的兵从18岁以上、35岁以下，无分查甫查某，拢会当来报名。但是呢，上少爱会晓这两种语言，第一一定会晓英文，这上基本的。第二，至少要会听国语，各位国语听有啦吼。咱只讲讲国语嘛，如果是种话，在那边，在中国那边，他们叫做北京话呢，叫普通话。表示美国集征兵，他征的兵确定就是要来台湾，结果其实即马拢例外吼，当然有足侪证据互恁看吼。第三，美国就去安排中国国民党甲共产党和解，并赶快建设金门、马祖、平潭岛，因就是要等于住伫遐。因为中华民国国民党所管辖的土地，敢若剩金门甲马祖尔尔，剩恁两细粒啊，吼、哦。因为啊。当然，因咧安排咧和解啊，因为美国人要叫伫台湾的中国人返去中国，但是袂使。1949年国共内战，因的混乱到即摆也袂解决咯。你即摆叫台湾的中国人返去，势必会害死去用台嘛。所以先安排因兄弟啊好好的和解，啊恁小弟恁兄弟啊返去离开台湾，这美国用伊哦。所以咱即摆来看新闻，即摆这种新闻拢有报吼。有无？5、6年前吼，6月份，美国安排中国国民党甲共产党和解，所以迄阵啊，马英九有参中国签一个一个法，伊就讲一个法，即个签到台湾的经济就发起来啊，有无？敢有影？到即摆不但无法，一日比一日搁较歹吼。马英九真正足好讲好笑话吼，所以迄阵民进党就咧骂，伫台湾的国军啊，竟然是跟阿强的共军啊，拔脚言欢。讲兄弟，我们都是中国军，有无？那新闻报啊真多啊，国军、共军都是中国军啊。那是美国人安排因兄弟和解啊，因才会当回去。
过来咧，联合这个新闻都有看吼，美国甲中国安排 ROC 就是中华民国吼难民啊回归中国福建平潭岛啊，两岸共同管理。各位，两岸共同管理就是台湾人唔知咧，以为讲是台湾甲中国两岸共同管理咧，唔对啦。因为金门伫遮，妈祖伫关岭遮，即台湾海峡哦，中国就是平潭岛啦。是金门甲妈祖两岸甲中国是两岸共同管理平潭岛呢，但是足侪台湾人唔知，拢去遐投资，拢去遐复习吼。大概有一个影面吼，大家看恁就知吼。这个平潭简称澜，地处福建省东南沿海突出部，由126个岛屿和702座岩礁组成，全区陆域总面积392.95平方公里。主岛海潭岛面积324.13平方公里，总人口400,000人。特殊的地理区位和独特的海岛自然资源，为平潭综合实验区开发建设、开展两岸交流合作先行先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地理区位特殊，平潭东临台湾海峡，与台湾新竹仅距68海里。是大陆距台湾最近的区域。随着平潭至台湾海上快速客运航线的开通，这里成为两岸往来便捷通道。交通条件便利，平潭海峡大桥和福清渝溪至平潭高速公路建成通车，彻底改变了平潭连接大陆依靠渡轮交通的历史。开发潜力较大，平潭主岛海潭岛地形地貌以丘陵平原为主，可建设用地面积近160平方公里，作为待开发的海岛，建设发展空间较大，有利于高起点规划、高标准建设。旅游资源丰富，平潭拥有数十公里的优质海滨沙滩和独特的海蚀景观地貌，这里生态环境优美，年平均气温19.6摄氏度，常年空气质量达到1级，有利于打造生态宜居的旅游休闲度假区。与台湾交往密切，平潭与台湾两地交往历史悠久，两地民间商贸文化交流密切。平潭是大陆最早设立台轮停泊点和开展对台小额贸易的地区之一。随着两岸交流合作的不断深入和拓展，平潭综合实验区的前沿平台作用将进一步凸显。海西春潮涌，东海升旗临。福建省委省政府按照高起点高标准的总体要求，科学谋划平潭综合实验区的建设蓝图。国务院正式批复的平潭综合实验区总体发展规划明确提出，在平潭开展两岸区域合作综合实验，积极探索共同规划、共同开发、共同经营、共同管理、共同受益的两岸合作新模式，努力把平潭建设成为两岸同胞合作建设先行先试、科学发展的共同家园。所以哦，平潭啊，过去才大到30-40万的人口，才有小渔村拢渔民啦吼，过去中国的拓土客绝对是先来平潭，啊再冲过来，因为上近嘛，68海里换算公里，差不多80公里，差不多贵人到新店了呢，吼两地也差不多是安尼，所以过去的拓土客拢伫遐里外，啊即卖建设较真水，大家有看吼，目前会当带超600万人口啊，吼大楼足多，啊但是你有听伊咧讲一句话无？两岸共同管理、共同规划、共同开发，5个共同。啊，先行先试有无？先行先试，那我甲解读是，因袂晓讲台语，伊是讲先行先试啊。啊，叫做做个台商，唔爱讲讲嘞，拢去遐投资呢。啊，所以才伫遐哭，要哭无目屎。伫咧旧年6月份伫台中市有足多车祸，伫遐抗议平潭岛。吼、哦，咱即摆来看一个影片就知，人伊都讲先行先试啊，你可来？针对中共在福建平潭设立实验区，福建省长抵台大力推销，并进行非法招商。今天受害台商在台中发起抗议中共投资诱骗陷阱的大游行，告诉台湾民众，平潭是中共招商引资的又一个火坑。我们今天的透视焦点。黑暗福建，黑暗福建，
贪官横行，贪官横行，投资福建，投资福建，死路一条，死路一条。抗议中共引资伎俩，受害台商周六在台中举办游行，面对中共大力推销平潭实验区，提出各项投资利多，受害台商表示，现在这个平潭说两岸共同设计、共同经营、共同开发，最后共同共享，其实是骗人的，不过是另外一个引军入瓮的新招啊！这个就很摆明的，就是希望把台湾掏空嘛。因为平潭他每次都是画一个大饼，然后设下一个陷阱，然后让我们来到我们这边招商以后，台商一进去以后，他就瓮中捉鳖了，开始宰你们了。现场参与游行的台商也控诉中共黑暗司法，说中国现在的司法根本就是招商引资的诈骗工具。我们今天最主要来办这个活动，我们也就是要警告台湾人，中共的这些伎俩呢，我们已经看透了。中共就是这样，每次就是他如果法律赢你的，哎，他就依法办；法律输你了，他就用抢劫霸占。司法在中国大陆啊，简直只是作为他来诈骗的一个工具，这根本就没用。中国的人民最高人民检察院告诉法务部说，我这个案子不在两岸司法互助范围之内，我把海基会跟海协会签的两岸司法互助拿给他看，这个白纸黑字，赌足罪啊，怎么会没有呢？那法务部说，他们说没有，我也没办法。所以我们这个法务部好像是他的下属单位，他说没有就没有。受害台商接下来将继续在台南、高雄两地游行，要用血泪教训，揭露中共诱骗投资陷阱。新唐人亚太电视邱天喜、赵阳，台湾台中采访报道。这种卖货啊，拢提前去啊，放开价啊，哦，绝对提不回来。过来嘞，哦，这图就是平潭哦，大家拢知。金门在这家妈祖关顶吼，平潭在这，伊离福清、福清的外海、福州，伊这拢两条桥啊。快大桥有两条，拢相通啊！哦，所以五年前诶，这台海峡号走大龙港已经走五年啊，足大台吼。伫咧两年半前，因知影一台要撤退，存无够，开放第二条，叫做李纳伦走台北港，就是、这台，这台就是海峡号吼，一摆当载300+轿车呢，足大台哦。啊来人会当载800人，那如果敢载迄个游览车，会当载40+台。所以因知影时间到啊。因伫要转去啊，一台要撤退绝对无够，佮开放第二台叫做李纳伦哦，走台北港就是八里，这新闻拢有报。我即摆讲的这种新闻拢有看呢，我只不过是讲甲收集做伙了尔吼。下底也佮有足侪的证据证明讲，即个中华民国流亡政权哦，即流亡组织吼，即将离开台湾吼。咱讲这车牌了啊，车牌诶，恁兜的车牌是毋是这种的？即有写台湾省的有无？也是那高雄县、高雄市、台北县、台北市的，这是因为有中华民国，才有台湾省嘛。所以六年前美国高等法院判决讲，中华民国已经不存在，没有中华民国，哪来的台湾省？所以这个车牌是袂使发的。各位，恁看哪有这个车牌哦？保证六年外前的车牌，哦，以前的车牌哦，这袂使发的，要发的，发这种的，台湾省无伊啊，有无？不能再有，中华民国已经不存在了啊！啊，这个物件发上侪内底吼。乌多麦甲拖拉机吼，有38000多是重叠同款的。假设有这个车牌16682是挂伫拖拉机的，嘛有一块16682的挂伫乌多麦。所以伫咧两三个月前，我伫夜间新闻都看到一个新闻，即记者新闻常咧报，新竹有一个逆商领导收到一张红单，爱记者有去访问呢。伊讲哎呦，啊这红单是超速120公里呢，啊违规地点伫高雄诶。迄新竹迄人甲记者讲，伊讲我毋捌去高雄啊！啊，你看我一台乌托邦遮尔烂，敢有可能吹到100里？高雄一台拖拉机超速，啊，寄去乌托邦，定定有这个代志咧发生，足多，38000+台嘛。啊，若乌托邦闯红灯嘛，寄去拖拉机，乌托邦，拖拉机若超载嘛，寄乌托邦讲，乌托邦哪有可能载过得动啦？所以这个物件有够含，啊，拢百姓爱家己去申诉呢，乌白来这个政府，吼，这个毋是政府，这个乱来啊！吼。伫咧两年外前，因知时间差不多啊，因开放一台李纳伦当作是嘛做这个车牌出來。各位，这个车牌恁有注意看无？较长有无？有3厘英语字有无？
重点不是较长较短，重点嘛不是三字言而已啦，重点是下底有三粒梅花，有看无？这三粒梅花左右这两粒梅花有落倒落的，伊是现进去，还有擦颜色，擦浅蓝色的，代表啥物啊？代表金门跟妈祖，这粒代表金门，啊，这粒代表妈祖，啊，中一粒铺落起来无擦颜色的，代表平潭，代表福建的平潭岛。这拢无人知，这已经换两年半。真侪讲，我这要创啥，我嘛唔知。有人乌白药讲做感染的啦，有人讲做做记号的啦。台湾人上下乌白药啊，乌白扑，安尼唔知乌白讲吼。我这要讲这是有所病，我这车牌甲掀起来，互恁看，恁就知。安尼，好无？安尼，车牌我掀起来吼。来对照这地图啦吼。我讲道平这个是金门嘛，金门是毋是只较我高雄对不？从正平这条是蓝色的，代表妈祖，妈祖靠我家人好无？平潭是毋是我新竹68海里尔尔？所以这条代表福建省平潭呐。啊，即马过来看这张吼，这台叫做美英的老母，这台叉六的，这一台够过了八万呢。啊，我有看两台车，一台面路的新车，甲这台吼，我甲头翕起来，所以我后壁头前后壁迄个剁掉。哦，迄毋是咱同心，袂使学袂用啊，翕袂用。所以，为什么我翕这张要创啥？你知无？这个人唔知讲下底这三粒梅花到底是要创啥？啊，正平这粒甲倒平，迄粒搁落倒落，是毋是要用落空？我一台车过了百万，我甲锁两粒螺丝夹袂掉啊！以前叫人甲落两空，锁四粒螺丝有看无？但人无人知，无人知，迄三粒梅花在创啥？啊，外号是梅花，因为中华民国讲伊的国花是梅花，对无？那中是一个中共五星级的星星呢，真啊放大！你若去车场，咱这绝对有了这个新牌啦，这三种牌外口拢有哦。你来看知，中是一个星星啊，国共一家亲啊嘛，国共一家亲啊。但这无什么啊，六七年前的国军、共军都是中国军啊嘛，所以这无什么吼、哦，代表这车牌。啊，这个车牌嘞，有一天哦，然后两礼拜前有一天我暗时咧困，你知道。去忘记讲，这都是用咱的钱去做，因要用的车牌哦。我忘记讲用咱的钱去做过了千万的，我醒来了，靠呀，咧做梦啦！哎嘛，无一定，我前去电脑甲查了啥物事，唔知。这，我去查福建省，福建省是台湾的37倍大，啊，福建省的人口哦，人口数是3689万人，3000几万吼。包括金门妈祖，对啊，咱有看平潭岛嘛，甲遐当住600万人口嘛，所以金门妈祖甲平潭岛所加起来超4000多万人，所以伊用咱的钱去做偌济道，你讲，这搞了无网站，8000万道，有趣味无？啊，台湾人有空无？用咱的钱去做8000万道的迄个车牌，因福建省要用的，金门妈祖甲福建省要用的吼，因拢传遍遍，因拢传好要走啊，吼。79万3400，个十百千万十万百万千万，好不？79万都8000万道，差不多一年奥多麦嘛挂这个车牌，啊，轿车嘛挂这个车牌，啊，小货车嘛挂同款的车牌，所以8000万道差不多，所以真巧吼，中国人也是比台湾人较巧吼，台湾人其实嘛不是戆啦，想过故意啦，啊，超过故意啦，超过故意就是后底呢嘛是后底戆啦。因为柯文哲去年3月份哦，伊咧选台北市长的时候，伊有一篇演讲呢，即网络拢查得到。伊讲咱台湾人真可怜，伫咧2028的时阵啊，咱的祖先一挂精英，拢去互国民党杀死了了。啊，留一挂较故意的，啊，故意的娶故意的，生来各路故意。伊实在是要讲戆，啊，唔敢讲啦吼。过来，这就是平潭下迄个高速公路，这台湾的车牌有看无？伊讲啊，阿强啊，即个统战之意哦，伊讲欢迎恁台湾人会当赛车上船来平潭岛，啊，我开放平潭岛会跨大桥，互恁去福建省佚佗。福建省是台湾的37倍大呢。哦，即个统战之意哦，台湾人去遐佚佗无要紧哦，爱转来嘿，因为未来台湾是未来全世界上安全、上安全哦，啊，上幸福的所在。哦，应该恁小可知影吼。过来，即六年前的。台湾的自由是无干的，伊讲台美关系微妙转变，美国迄阵就讲的，讲伊要派海军陆战队来台湾，
但是伊唔敢写甲真清楚，伊讲要派海军陆战队来过因的 AIT， 各位大家拢知 AIT 吼 ，AIT 是美国在台协会，是美国一个民间单位，伊的人数伫台湾未超过五十个人。为什么伊要派海军陆战队来台湾过因的 AIT？ 而且有矛盾吼，因为迄阵台湾民众也未传入，啊美军嘛也未传入，所以唔敢讲伤清楚。哦，超工啊，讲一寡内行在看个代志哦。过来，这两年一、那个两年外前哦，陈局长在哦，高雄的美国学校，2002年，当刚2004年，到今年的正月二十，已经完工啊。高雄美国学校，伫迄个翠华路，高雄中央的翠华路，拢起好啊，足水也足大吼。过来台中美国学校，伫迄个台中的水南啊，遮敢有台中人？哎。这台中水南捌去过无？迄、那个松竹路甲迄个水南路啦，水南路伫啊，吼、哦，然后也去甲参观看嘛，遐嘛真水。对幼稚园读到高中吼，即、哦这个哈、啊，即、这个是收伊啊。我去年吼、哦，去年九月份吧，我九月份去参观，啊，伊这收伊啊出来甲讲，伊讲，你看，你应该毋是家长啦吼，我毋是，要啊毋是家长，歹势袂当参观。我伫遮装啊拼落去啊，无要参观。我真甲拖来讲，啊无换你参观我个，因为我迄台车牌是红牌，啊写1919。伊看到迄红牌，伊讲，啊你有这车牌？我甲讲完了，伊头是甲我赶来，尾仔甲我拖来收下出来，咧坐咧裤，汗衫管凉个出来。伊讲，拜托你来讲我清楚，我要了解。我讲完了，伊随办上证。我这人真福气哦，伊随办。伊旧历个过年已经出来，我就摕送去互伊啊，伊足欢喜个。啊，过来，这是美，一个台北的美国学校，台北，同款哦，这马里逊美国学校吼，田埔。为什么美国人会这种报道看呢？哦，为什么美国人会开遐尼侪钱去遐尼侪美国学校嘞？伫顶个月，咱搁有一个新闻，伫咱南口，美国搁甲咱租第四个租地，搁租一个土地足大地哦，要起第四间的美国学校，希望讲一年内会当招生，表示美军拢入来。伊这大家拢知吼，美国人的。伫台湾就是伊个怎样？美国国联法的判决，你个派兵来台湾，咱台湾在琉球嘛吼，琉球参台湾拢共款，拢属是美国军事政府占领，所以琉球的人无人来做兵个啦，琉球的人嘛无人来买武器个，甲台湾人都和平吼，所以琉球有常常发生一挂不愉快的纠纷、美军呐、啊、甲当地噪音呐，啊，所以琉球的百姓一日干想要甲美军赶走，但是赶袂走，参台湾共款个。台湾甲琉球拢是属于美国人的头，美国人算头家啊，伊咧使用的，你要甲赶来走咧。所以美国人知伊要派兵来台湾，他不能重蹈覆辙，所以伊先甲学校起好边边。啊，美军派兵去台湾，讲你咧带某仔囝、带战士去，学校起边边，要因读，对幼稚园读到高中，哦，这千辛万苦哦，伊无伊为虾米开遐侪钱？过来，这个。迄、那个麦克阿瑟将军讲的，伊讲台湾是美国在西太平洋永远不成的航空母舰。吼、哦，台湾足好用的。啊，台湾老实讲是伫咧防堵中共的第一岛链一个上重要所在，所以台湾百分之百美国人绝对袂放手，绝对无可能去阿强阿抢伊。哦，大家放心吼、哦。所以你来看吼、哦，台湾头关顶遮，这个是内湖啦。遮敢有台北州的？有没有台北州的人？哦。啊、好，阿金，这摆无台北人来哦。内湖你知无？内湖伫成功路交流道，你若往内湖行吼，应该是第三条路右转过，就叫做金湖路。迄后咧金湖路，啊金湖路拄拄好100号，啊咱遮后咧万林坑路拄拄好100号，这嘛是天意呢，这毋是专工算的呢。内湖金湖路100号，这6.5，6.5哦，这新闻报足侪摆，哦，电视拢咧报哦，内湖。AIT 管，伊拢甲咱骗 AIT， 啊，其实毋是 AIT 吼、哦，6.5，这是军事政府吼、哦，军事基地。啊，杜平遮咧有无拢美国国旗？只有咧乐山雷达站伫德当遐，德当里面五方有一个乐山雷达站，即、這个号做普抓雷达，目前全世界上厉害有5粒，3粒设伫美国，啊，1粒伫英国，啊，另外1粒伫咱台湾，啊，台湾是毋是伫美国来讲足重要吼、哦？下底这屏东空军基地，即马拢美军伫遐占领，去年的6月15。一批海军陆战队哦，八成名，对遮哩袂？遮应该知，遮倒咧知无？我毕业之后人知无？
华人啊吼，说台湾人过去台湾人真侪拢唔捌读台湾的历史吼，讲哎新竹个落去都无人知呢，啊台中个去关顶是都无人知呢，台湾人足侪唔是囡仔尔尔，大人嘛足侪唔知吼，所以这拢美国拢入来啊吼，咱就来看内湖这吼，这新闻拢报，中天新闻 TVBS 拢报吼，伊讲 AIT 美国在台协会的关联办公室，各位我拄则有讲过。美国再来协会伫台湾卖超过50人，为什么要起6架半？是变哪大？表示唔是美国再来协会吼、哦，保密到家有无 ？AIT 盖新馆空运美国工人来台呢，连钢筋、阿弥陀材料拢伫美国运来呢，够恁想有无？保密到家，这若唔是军事基地，那就保密到家，是不是安尼？啊，佫是6架半呢，大家拢知洪仲丘，洪仲丘安那敲伊，你知影吼？讲抄袭嘛？为什么讲抄袭？爱知影原因啦。一直讲在智慧型手机去军中，军中就是爱保密嘛。洪仲丘就是安尼讲抄袭的啦。所以这个100%就是军事基地，伊名叫做 USMG， 美国军事政府亚洲指挥中心 USMG。哦，美国军事政府亚洲指挥中心，伊只开62亿8000万呢，开真多呢。伫全世界，美国伫海外开第二多。在咱台湾哦，过来，哦 AIT 这间完工啊，这完工日期哦提前有无？咱工地外口伊两采这地嘛，啊这第二地这新的，伊完工日期这颜色不一样有无？伊第一个完工日期的擦掉哦，完工日期是伫2015年的10月31号，这个月就完工啊，哎，啊伊的宿舍第二期的宿舍哦，是伫泥堆12月31号，我拢有去个翕过。即拢我专工走去，甲翕相，等下大家看吼。过来，即个新闻伫今年3月初5，即全世界拢看会到吼。即个叫做台湾海峡嘛吼。过去啊，中共因个飞行机会当飞内底尔尔，因袂当飞倒来金门甲马祖嘞。因为啥物？因为1949年国共内战，金门马祖因摕无去，因为迄阵美国第七舰队伫遮咧搞，惊阿强啊拍来台湾，伊台湾甲平洋绝对毋是阿强个，所以惊伊拍来。所以第七舰队伫遐顾，顺便兼顾了金门干嘛做？所以即摆中华民国国民党主都干那村金门干嘛做是因管的尔。虽然金门嘛做是中国土地，但是是因遐伫遐咧管。中华民国伫台湾吗？中华民国的宪法里面绝对100%没有台湾跟澎湖，金门嘛做才是因的啦。绝对中华民国宪法。所以过去李登辉迄阵咧做总统的时候。一直是讲要修宪，修宪有无？啊，变嘛想要修宪，到即摆蔡英文嘛讲要修宪，那有可能？迄宪法是因的，你要甲修啥？足侪台湾人杀无讲，我是谁都唔知呢，真正唔知讲我是谁啊。所以今年的3月初5，阿强阿知因伫台湾的兄弟啊，要当伊归家啊，所以台湾海峡一人一半，正常的吧？所以即摆伫只这条叫做 M503 航线啊。直接逐天有过了100架飞机，直接飞来飞去啊！过去嘞，马祖，从咱机场啊，马祖是飞安尼，即摆已经袂使啊！即摆有足侪，即摆就要安尼关顶去，再去飞落来吼，加种个。所以即个物件真简单，台湾甲平湖甲中国100%无关系，因为台湾甲平湖，即、這个土地属日本天皇的，所以因拢知，干咱家己台湾人唔知尔，全世界人拢知，包括阿强嘛知，伊就是要甲全世界讲。这产品无关的，所以海峡一人一半。其实了 M503航线哦，当初是阿扁在做总统时哦，伊就维护啊，阿阵伊想要飞了，阿扁有抗议，所以阵无飞。啊，即摆因知时间到，因开始飞啊吼，过来。好像常在新闻当中有看到我们这个渔船啊，是不是没有许可啊？所以呢，闯进了什么什么的海域，这样的新闻常常听到啊。那么这个海域上面到底是怎么样划分呢？我们来看看我们自己的领土包括哪些地方。这个是5天前哦，行政院所公告修正中华民国领海的基线，结果看到了，在这个红色的这个点点啊，也就是这个虚线的范围里面呢，是我们自己的领土。哎，奇怪了，另外一条虚线呢，这条是归于大陆的领土，结果我们看到了马祖啊、金门啊，怎么现在都变成了大陆的领土？现在内政部长江宜桦表示，一年之内会进行2度的修正啊，这个领土要搞清楚。连我们自己行政院所公布的都是这样子的话，会不会出问题？一定要把马祖跟金门给划进来。但是这个时候呢，维护台海安全的国防部跟海巡署却互相踢皮球，都说这个不是自己所管辖的范围，那谁来管？各位，那看有的人真趣味哦，我们一定要把那个金门马祖划进来，
伊干脆袂爱甲中国鸡拢划进来，所以哦，台湾人大部分拢唔知呢。哦啊，所以咱即摆来遮有读法哩哦，感觉真好笑有无？要把台湾澎湖、把金门、马祖划进来，这本来就因的土地啊。哦，过来有足侪证据，咱即摆看的这种新闻报，哦，绝对拢新闻报。其实台湾人哦，拢去用政治迫害吼，政治利益一日足艰苦，互恁无时间通插政治啦。哦，干那来趁食，你都袂赴啊！过来咧，有无？中华卡这两礼拜前开始发了，伊根本无爱参中华民国，甲国民党讲，啊，直接就发了啊！哎，国民党就是老衰咧，听伊话，咧走路咧，连咪要去走出等下中国啊？为什么人来参咪讲？过去啊，伊就讲用中华卡逐渐取代台胞证，啊，中华卡就是因就是设计这个中华卡，要发了台湾的中国人啊。就是因兄弟啊嘛，领到中华卡就是代表伊就是中国人啊。但是足侪台商袂晓会去领呢，啊，若领了就惨啊，领就变怎啊？变中国人哦。啊，中国人无要紧，六年后就阁当变当个台湾人啊。哦，若知影家有亲戚朋友啊，尽量甲动，尽量卖。若要领这张无要紧，赶紧的先请咱的台面政府张身份证，那先摕了这张。因为你若先去领了这张，就是拄只迄国际话有讲了无？三个意愿。自愿合法，你家己欢喜，甘愿要做中国人个呀？对无人甲你逼个呀？所以台商做了唔知吼，会讲骗去。过来再次证明，金门马祖就是中华民国国民党所管的土地。为什么阿强会设立金马镇？要甲欺负嘛？这是金门马祖就是你阿弟咧管的嘛？国民党个啦，我爱让伊入中国啦，因就要甲关伫遐啦。过来吼，今年的4月17日下晡。4月17号的下午哦，中国海巡船舰开到金门岛的旁边，要求进出金门的船只停船受检呢。各位，4月17日讲金门码头已经阿强咧管啊呢，好无？因为海巡船接到台啊，变到8003啊，伫金门咧管啊。所以因中国的官方哦，加减讲一挂白贼的骗台湾人哦，伊讲无啦，这哦，这个是为了要缉捕盗沙船只。靠腰啊！金门马祖不是国民党咧管的，你阿强咧共咧共管啥？伊个咧讲白贼啦吼。但是第二句伊就讲真的哦，伊讲全程台湾海巡船啊毫无作为，媒体亦不敢报道。各位，咱拢有咧纳税金嘛吼，啊纳税金去请迄个台湾的海巡署的哦，啊驶船去金门马祖观光，啊阿强咧管有无？阿强咧管，啊台湾的海巡船去遐观光，各位。安尼税金纳了，敢会该要该要，敢会足想要袂见个纳？哦，哎，就在这新闻啊，咱也要看新闻哦。爱岛的金门马祖人如果要办美签的话，这个国籍必须要改成中国大陆吗？这是民众的投诉，说他的朋友要到美国去念书，手上拿的明明就是台湾护照，但是在签证的申请表上面却要写中国籍，让他觉得很不可思议。来听听 AIT 的解释。AIT 说，因为金门马祖属于福建省，所以国籍才会被归类成 China。民众在 AIT 外头排排站，准备办美签，但有民众投诉，金门人要去美国念书，签证上的国籍竟然要改成大陆 China 才行。很多这个金门人呐、啊，去申请美签，要求被冠上中国，我们觉得这是不可思议的事情。美国在台企业不能因为金门是福建省金门，就把金门。当然是中国大陆。有民众认为不合理，因为手上拿的明明就是台湾护照，填写申请表时却要更改国籍。美国在台协会也指出，因为电脑系统分类，金门马祖属于福建省，民众办美签时国籍才会归类 China。好久以来有这个事，特别是他们金，因为金门不是就是在福建省，所以呢，对，就是好像每年有解决这个问题的。一直以来都有的问题，询问外交部也只说要再研究。只是金门马祖人本来想单纯办个签证，最后却还要为了国籍伤脑筋，大呼不可思议。TVB 新闻综合报道。70年啊，吼，这个代志，家在有台湾面政府，啊，若无真正模糊不清，真正台湾永远都两片，吼、哦。所以美国人嘛，放外国啦，美国人嘛，先输输先，其实美国人哦。因咧做代志哦，都是要来讲，都是为了自己的利益。所以海西咱台湾人哦，这70年来哦，
农粮欺负，欺负个真严重。台湾四百年来，其实这七十年上严重嘞，上严重这七十年哦。你看连 A I T 嘛扫，哎，电脑扫个电脑去啊，嘿嘿，电脑规划，金门马祖本来就是中国的土地啊，所以哦，连 A I T 也讲嘛，完了退皮球哦，扫个电脑去哦。你看2015年哦，今年六月才到，这少年哪有咧上网拢知哦，即个网络新闻呐吼。自台70年，中华民国流亡政府即将离开台湾，这全世界拢知，敢那住伫台湾这个土地本土台湾人唔知哦。过来看这影片，你就知道七年前的代志。冲上路桥，高举不欢迎共匪的白布条，要陈云林滚回去。我是台湾人嘞，政府干嘛？警方火爆驱离，布条看到就拆，毫不客气。大南鬼三万下手，大南鬼三万下手。就是要呛下陈云林，民众不甘示弱，围成人墙，还爬上围栏，把自己国家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插上去。警察暴力啊！暴力哦！警察暴力！但谁也没想到，远警会把国旗当场毁掉。拿走！为什么要把国旗破坏掉？上级交代吗？为什么要破坏国家的？最高是警察。小员警不敢说，那问问大局长，总该知道吧？这个时候就没有人在插国旗嘛，大家都没有嘛，是不是？组员毁损国旗的情形，你要怎么说？没有毁损，没有全程拍下来。没有，那个是拉扯之间。画面会说话，明明被媒体全程目击，警方还想否认撇清。中华民国的警察竟然带头毁掉中华民国的国旗，军警的忠贞教育到底都学到哪里去？这一头远警竟然硬生生把象征中华民国的国旗扯断，但反观中山北路这里，这群号称是中华统一促进党的民众，却可以大大大的举着中国五星旗迎接陈云林车队通过。在中华民国的领土上，执法人员保护中国国旗，却公然毁掉自己国家的国旗，这根本是带头违法，连国民党议员都看不下去。任何人都不能对我们中华民国的国旗标示有一些私匪这样的一个行为，这样的行为可能会触犯刑法160条，然后会处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以及300元的一个罚金哦。今天你今天要拿台独的旗子，你要拿中华人民共和国旗子，你要拿中华民国旗子，我觉得那都属于言论自由的部分。但是要有统一的标准，要一视同仁，不能反而对我们自己国家国旗特别打压。如果以为只是个案，那再来看看这个状况。他把这个国旗收起好不好？因为这也是公共场所，国旗是我们国家的呢。你告诉我收国旗的理由，你告诉我一个理由，我收。公共场合不能拿台湾的国旗，这是什么道理？连女警都被问得哑口无言。中华民国的国民在自己的土地上挥舞国旗，居然要被警察驱离。而且警察居然还这么过当的将国旗损毁，我想我们的警政署长不但要处理，而且他要出来公开道歉，是不是请我们立法院将所有警政署的预算跟这个单位全部裁撤，因为我们不需要了，直接请中国公安来好了。同样是国旗，真的是中国的比较大，让公务人员可以连国家尊严都不放在眼里。对照马总统一再强调的两岸对等关系，看来格外讽刺。不管哦，其实这个画面啊，应该大家拢看过。迄阵乱搞一两礼拜，哦，中共五星旗可以在台湾，为什么迄个国旗也袂使用？你知道？因为迄个是假的嘛。拄则我讲过，正中华民国国旗是五色旗，五色旗啦，吼、哦，这个是海军军旗啊，迄是咧甲人骗咧用的啦。啊，但因迄个因兄弟啊，头家啊，因兄弟啊，陈云林。中国的大官呢，一来台湾了，当然迄支也袂再举的啊。有看无？五星旗会使带带台湾迄、那个中华统一促进党吼。过去顶个月有咧课纲微调，恁知无？有咧注意这件代志无？高中生有咧抗议讲课纲微调。啊，课纲微调内底迄个带领迄个头迄、那个教授王小波，恁知王小波什么角色无？大家绝对唔知。伊个真正的身份就是中华统一促进党的副主席啦。啊，主席是白人啦，啊，因迄堆人咧课纲微调，要予咱个囡仔读啊，安敢对？当然，迄囡仔抗议啊。有一个囡仔叫林冠宇吧，林冠宇啊，林冠华无自杀是无？因伊咧抗议时，因老爸老母甲骂，
我囡仔人要读册唔读册，他们咧抗议啥？各个民进党各个什么人设计，你都唔知道，哦，被政治操弄。当伊死亡了，因老母才醒起来，伊讲啊，原来因囝时阵当然有甲讲一句话，伊讲恁大人才会讲洗脑个，阮哪会讲洗脑个？各位囡仔袂讲洗脑，你敢知道？囡仔时代了袂讲洗脑，恁知无？人个亲政老真厉害，会当上皇嘛？啊，咱大人咱拢去互国民党骗七十年啊，大家讲骗到戆戆衰啊，尤其是读愈悬个，骗愈吃力。你要相信，你即马出人讲啦，读愈悬个哦，伊讲恁历史读较清楚，才来听我讲，只有操拢安尼。哦，伊拢是认为认为因真巧吼，所以这个画面咱看一句，为什么伊机啊袂使用诶？其实存一机会使用尔。中华台北，为什么因为国民党伫台湾是一个流氓政权，所以因为全名叫做中华民国流氓政府在台北，伊是伊一个民间单位呢。哦，在台北办事处，伊是一个民间单位，即马存一机会当用尔，但是伊嘛无甲咱骗呢，迄是咱家己要骗尔。伊为什么写？中华台北，因为中华民国流亡政权在台北，伤长嘛写袂落，啊嘛歹看，所以伊写头前中华，后壁台北，中华台北有无 ？Chinese Taipei， 中国台北，中华台北，伊也无甲咱骗啊，咱家己要用骗的，剩一支会当赢尔，好无？伊若赢这个厝，无人会甲抗议，啊，姜我嘛袂插伊，这就是伊本来的旗啊，代表国民党的啊，好无？这支正讲是因的啦吼。我拄着迄支袂使举的，袂使举。下联叫警察，你看警官啊，足可怜的吼。我听人家警察讲，恁是恁嘛拢台湾人，恁即马暂时咧领中华民国薪水尔尔呢。你即马若台湾人咧抗议，后壁即个中国人的大官就派台湾的警察去徛伫中有无？做人肉盾牌，互因足歹做。你看迄警察，甲伊举啊条去安尼，吼记者拜托卖甲问啦，我袂使讲的。啊官做较大，就听后壁讲啊。拄着迄新政文局的迄个后壁讲啊吼。六年前，美国国联法院判决了，是毋是讲叫国民党赶紧建设金门马祖、甲平潭岛？所以马英九冒足侪钱，摕咱台湾人的钱去送金门县长，去起一条桥叫做金门大桥啦。金门大桥应该即阵啊特别好啊，特别好啊。连江阁有一条金厦大桥，就是小金门通厦门的，好咧金厦大桥。迄条桥的钱啊，因来家己开啊，吼因袂富恶啊。过来，即今年的四月初。伫台南有两台 F-18 大黄蜂降落台南机场，有无？这新闻嘛一直在报呢。啊，新闻甲咱报啥呀？讲在迫降，迫降。哎，战斗机是袂当随便迫降的，那无家己的领土，无家己的管的管辖的土地，会使黑白迫降哦。你要落来讲断掉啊，无你无去中国迫降看卖，啥个破了就讲断落去。所以记者黑白报吼，台湾的记者一直拢挖通派啊，挖财团，应该大家拢知。财团记者在台湾，比如讲，足侪新闻台拢搞财团买去啊，就是国民党个拢挖财团啦吼。所以讲后壁写即台叫做大黄蜂吼，伊迫降台湾机场，伊讲迫降，所以美国真生气，伊就发布新闻稿甲讲吼，甲中国讲讲，希望北京当局看得懂意思哦，这不是迫降哦，这个叫做例行性走路，就是要甲中共讲讲，即个土地我咧管的，啥物迫降？各位，咱也要看即个新闻吼。都刚才袂输讲，比如讲，啊，一间厝着我的，啊，我半暝啊要入来卖菜，我透早中昼时要入来卖菜，甘着去厝边隔壁甲你讲，哎、欸，大哥，借我破降一下，一厝我的，我随时换那入来，对，我咧管的啊，同款这意思吼。所以中国为什么会派这两台飞机来？伫四月初迄天，因为三月十二八迄天啊，三月二十八就是两天前，中国啊派一台战斗机飞来南海，飞去巴士海峡，随即搁转去。美国人知影，足生气的，挑人叫这种台，这叫宣示主权呐、啊！这个土地美国人咧管的足清楚吼、哦，所以美国甲中国讲讲，希望北京当局看得懂意思，所以中国的发言人呐、啊，伊嘛必须要回应美国的谈话，伊讲，那希望你们美国恪守一个中国政策，全世界干那一个中国，叫做中华人民共和国，绝对没有中华民国。所以朱立伦做东都协的时候，他应该差不多八个月前嘛。伊去见习近平有无？这台湾新闻嘛拢看得到啊，我嘛看到。伊徛在习近平边啊，甲习近平讲一句话，伊讲我们两岸同属一中，有无？伊就是讲没有中华民国嘛。朱立伦嘛咧讲没有中华民国呢。那洪秀柱有无？伊要选中华民国国民党的总统候选人呢？伊嘛讲两岸诶一中同表。啊，朱立伦讲两岸同属一中无代志，伊老大呀。啊，洪秀柱有啥物卡？伊讲一中同表，讲搞到要死有无？
大家干嘛？啊，骂到尾，黄小柱又讲，伊啊讲一中同僚可能足侪台湾人听无，啊无干脆伊讲白话，伊讲我不能说中华民国存在的事实有无？伊就是讲中华民国不存在啊嘛。啊讲啊只白啊，已经有够白啊，台湾人拢听有安尼，但是可惜拢不爱信，听有但是不爱信，真可怜哦。因为大家拢唔知道，不了解法律，拢用感情话爽的，有爱台湾吗？有无？各位，恁有爱台湾无？敢有？那敢那无啥爱哦吼？爱哦，其实恁无啥爱，我看得出来。恁敢知影啥物人上爱台湾？知无？对，无伊阿个毋是上爱，上爱就是阿强啊啦，阿强啊比啥个爱台湾啦？伊足想讲台湾来一年才偌好个吼。所以伫2009年4月初7迄天，美国高等法院判决落了。当年12月底，习近平有去日本见天皇，这新闻拢报哦。伊甲天皇讲啥物事无？伊讲阮即摆中国有钱啊，啊无你甲台湾卖阮好？嘿嘿，一日到晚过去胡锦涛的早期，过去江泽民，伊拢讲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有无？咱电视顶咧看，看了后要气死。对胡锦涛的每期唔捌讲安尼，习近平主导之辈唔捌讲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呢。伊即摆讲啥物事哦？伊讲台湾是中国的核心利益，靠呀！全世界无人听有核心利益是啥物代志？大哥，你是我的核心利益，一咱两个啥物关系？无人听有核心利益。伊即摆唔敢讲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即摆讲要用买啊！啊，当然天皇唔捌买啊。其实日本这个国家是全世界上久的国家哦，2000几年啊嘞，天皇安尼2000几、2-3000年啊嘞，唔捌换人嘞，就是一代传过一代啊。即摆又换又个是天皇吼，过来足多吼。去年的6月份，《自由时报》A4 版刊一大篇，有看无？我海军司令出席美国舰队，舰队司令交接。去年啊 ，ROC 啊，中华民国啊。的军官已经到美国军事政府啊，已经到了美军遐。啊，俄海军是啥？中华民国已经不存在，伊唔敢写中华民国呢。其实这个所在一直绝对唔捌看到中华民国呢。俄海军伊唔敢写，过去会写中华民国海军有无？即摆写俄海军有无？过来，这伫顶个月汉光演习哦，差不多3礼拜前嘛。汉光演习，围城美方规划，国军标案，中华民国又不敢写啦。刚才写国军，国军就多几国，嘿嘿，根本中华民国本是一个国家吼。汉光演习围城美方交，其实啦，伊个军权已经交伫美军遐，为什么就要编这条钱？围城就要开钱嘛，因为即摆什么人在换届？国民党嘛，啊，伊若开钱了，一直过国民党个地啊，国民党就上个不错。过去若唔信哦，我甲你讲一件代志，阿扁啊做总统是毋是做8年？啊！这8年内底，立法院拢无通过。美国人一直逼台湾爱买武器，对无？啊，变啊做总统，迄8年拢无甲美国人买武器呢？你敢知？民进党立法政权迄8年，立法院无通过半条法案呢，连一条都无通过呢。因为国民党人啊多啊，敢那举手嘛举赢伊。为什么不要过？你知道？为什么不要？不要阿扁甲美国人买武器？你知无？哦，这内行啊，你做生意人哦。伊即摆来甲买，后面上头换阿扁啊提起来，你国民党袂瘾哦提啊，咱台湾人看无呢？当作是美国讲来，这样物件卖恁1亿，你唔买唔买，一直唔买好，美国人嘛作生气。当马英九大执政了，开始一直买有无？讲迄个物件哦，1亿变3亿，台湾人的钱就是按讲补掉的哦。这4月初2吼。所以4月初1迄天是毋是两台 F-18降落台南机场？啊，4月初1迄天，宜兰州办公室成立。所以这记者，《东方日报》记者家己写的吼，伊讲宜兰州办公室昨天成立，百名干部齐聚一堂，台上台下一团热闹。重点是这哦，台湾民政府，美国伫半年后接管台湾，有无？4月初1迄天写的，各位恁会晓算啦吼。4月初1到即摆偌久？半年吼，6个月嘛吼。哦，算出来差不多啊！吼、哦，要画，这是记者要的吼、哦。但记者的要一般拢我来作顺的。过来，咱来看吼、哦。这今年的4月29，台中州一天哦，过了100人哦，我来举关东旗，举台湾民政的旗，举迄个美国国旗，
去设计，要甲台中市民讲，讲台湾民政府台中酒已经传好啊，随时会当接政权，要甲台中市民讲。所以《自由时报》的记者嘛推论下来，伊讲千人建筑走出台湾国际地位正常化，各位看有无？明明两三百人啊，这记者有狗腿无？甲咱写千人建筑，好无？甲咱碰碰，但是推论碰碰，我跟咱甲原谅的。记者真现实啦，啊，记者嘛真厉害嘞，因个偏味嘞，伊知影倒有钱要赚嘞，伊嘛知影啥物人连要做投机啊嘞，对吧？过去唔敢，过去记者唔敢，我袂写，即摆我一直咧对台湾民众写新闻吼，足多。即旧年个七月初，即个新闻啊，我常咧讲台湾人确实袂晓看新闻，干那即三百字，足侪台湾人都无法通解说啊。各位，包括你嘛是哦，要相信嘛，要靠者无？伊写旧年的七月初，安倍内阁恢复集体自卫权。安倍啊，就是美国迄个日本的首相，大家拢知吼。日本的首相，伫旧年七月初，安倍内阁恢复集体自卫权了后，台湾人绝对无一个人捌去看，有人驶船去钓鱼台抗议，无人敢去啊。伊恢复集体自卫权啊，当作是1945年。日本战败了，麦克阿瑟将军啊，甲当作是大日本帝国的宪法，伫一礼拜内甲改条，改成新日本宪法，改第四条甲第九条，就是甲日本人束缚条的，讲恁袂使出兵的，袂使出手的啦，干那会当自卫，会当渡，会当安尼，吼、哦，自我防卫尔。但是伊恢复自治自卫权，当作是过了，经过一礼拜，我拄拄有看了报纸，香港的报纸吼。伊讲啊，台湾嘛有看哦。伊讲香港人民啊，组成一条船哦，准备要去钓鱼台抗议。伫七月初六，啊无奈啊，香港政府啊不允许，靠妖也毋是不允许，他不敢允许啊，伊来去了报死的。日本讲过来啊，过去是自卫权，我袂使出兵的啊，袂使开枪的啊。所以日本当然是会当甲泉水有无？大家有看无？伫遐泉水有无？啊泉水也无要紧啊，雨水相分。中国人嘛，甲好水有无？啊，两个伫遐转对好水相分尔。但七月初一过了，无人敢去啊。咱也要看到这个美国吼。所以日本讲台湾来讲攻击个，日本已经会使出兵相救啊。咱参日本，就是或者兄弟啊国啦。大家拢知道70年前，咱台湾甲日本是共国家哦。啊，70年后是共地主的嘛，是兄弟啊嘛。啊，做兄弟伊即马。伊即摆手会当伸一手出来，当然会当帮助台湾人啊。伫顶个月有一遍拜师，头三礼拜前个拜师，半暝啊两点，日本佫通过一个法案，有无？叫做《新安保条约》，就是两手拢会使出去啊。吼、哦！啊，所以即阵啊，南海甲钓鱼台拢平静，原因就是安尼。所以我拄则咧讲哦，未来台湾是全世界上安全、上幸福个所在，咱福利足多，应该大家拢知啦吼。福利非常之多吼，所以赶紧了解较详细哦，紧甲家己的亲戚朋友讲吼，好康的紧甲讲吼。过来，这个是6月15迄天，咱台湾民众新闻刊遮大吼，拢便便啊。所以《自由时报》连下报拢有刊吼。这《自由时报》迄天刊的是台湾民众有6个州，啊50个军拢传好啊，传便便啊。所以东港行政院内底人心惶惶哦，因为我有一个朋友吼，因堂弟。伫法院20多岁啊，尔，伫遐咧上班打工。伊讲，内底大官啊，大家撞来撞去，讲啊死啊！即下国民党真正倒啊！为什么？咱台湾民众传遍遍，随时会当华政权啊！哦，这种低头消息伫内底现拍电出来吼。过、哦、来，咱甲讲规模，就是要叫台湾人赶紧来办这张身份证，因为伫台湾中国人，因拢知这张护照、这张身份证，特别袂使用啊！啊，袂使用免啊！因开始咧领中华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所发的给因的旅行证，因为中华民国不是一个国家，不能有护照，只能啊他兄弟发给他的旅行证。伫台湾的国民党的中国人一挂呐，摕到这张旅行证哦，等同中国护照啦。后摆因要出门就是摕这张，摕这张吼。那台湾人要安怎？这张袂使用啊，这张袂使用的，咱来赶紧来领这张身份证。当这张身份证啊摕到了后，美国会发落咱旅行证件，参琉球同款。当初是美国嘛发了琉球的人民旅行证，叫做美国政府旅行证哦。因为台湾不是一个嘛，不是一个国家，未当有护照，干那会当哦占领全国，就是美国占领
伊爱负责发落咱旅行证，咱摕到这个旅行证的等同美国护照，咱的旅行证必须要公开，其实拢出来啊，金黄色的，参琉球过去琉球一本港式的，哦。所以咱要讲叫人来办身份证的，咱一定要讲讲个详细。这张身份证的重点是后边 USMG 这四字。USMG 就是美国公路政府，咱这个申请100%是美国国安部发来的，这张是申请哦，嘛是驾照呢，同时嘛是健保卡呢，三合一有证片的呢，证片的都要弄出来。迄、那个，咱要来看这个申请的重点吼，会当放一个迄、那个 ，Hello， 啊曹，曹总问一下，你可以那个找那个民政府影片里面有个。有个那个洪淑娇咧讲一个美国的代志，你找有无？在民政府影片那里面，5个影片里面其中一个，要大家了解讲，这个重点哦，这个修正重点是这四字 USMG， 这四字的，因为咱台湾团的哦，即摆哪找哦？咱台湾团的哦，去美国国内线哦。啊！大家拢伫遐烫鞋啊，因为美国发生911经验中所的经验，因为海关经验烫鞋啊、烫夹克啊，海关伫遐检查个足详细，所以伫遐拖几波。啊，咱有一个大姐叫做黄淑娇吼，黄淑娇吼，伊就是讲吼，我听讲这张敢真好用，无我用这张试过嘛，伊无摕护照伊哦，伊敢摕这张伊，迄海关叫人家行咧，他讲你行遮，免检查。哦，等下若找到，再过来办哦。即摆先来看遮，重点是后壁这四字 USMG 哦，这四字。那记得的是正面字，对吧？那不能控制了。下一张哦，重点是正面吼，右上方迄两字 TW， 大家知吼 ？TW 代表本土台湾人，遮，遮有写两字 TW 哦。后摆台湾的心情有足侪种的哦。因为台湾有足侪外国人伫台湾，因要带台湾会使，但是爱摕台湾的绿卡，只是这边住址不一样吼。即安尼，我要下一张可以跳回来，先给我泡泡文档，会使未？哎、欸，一本来对，赶快弄去啊！底部哎呀，哎，今麦泡泡饮汤会使一路未啦？会使订单未？嘿嘿嘿嘿，啊，可能要我啉些茶嘞吼，其他。过去吼。咱台湾有足多媒体吼，嘛一直报纸嘛一直看吼，台湾民政府迄挂人吼，拢咧共骗是诈骗集团，包括国民党有一个地位叫做陈学圣，有无？伊四年前嘛伫地方咧一直讲台湾民政府是诈骗集团，一定爱掠，歹势伊旧年嘛有来咱遮上课，系咱遮拢我遮拢有相片，罗淑蕾嘛有，啊罗淑蕾甚至罗淑蕾安那讲你知无？伊讲吼。过去伊咧做会计师的时阵哦，拢鼓励亲戚朋友哦，唔茫惊纳税金啦。咱台湾嘛知税金纳税侪，表示赚到侪嘛。伊拢鼓励亲戚朋友爱唔茫惊纳税金嘛。但是当伊入法以后，伊看也好受，而且政府呐，乌白补钱，拢百姓钱乌白共补。以前甲亲戚朋友讲，会走的哦，税金会走，尽量走。伊讲话足白哦，这是全世界拢看得到，网络拢看得到。哇，啊，即马煞跳袂过来嘛？喂，那用哦。其实这本内底吼，所讲的拢同款吼。这吼，修正重点伫后壁这四字，吼啊，价单的可以了吗？哦，它的价值吼，就在前面这两个字吼 ，TW。啊 ，TW 有啥物福利的？有啥物好处的？咱来看就知吼。哦，我拄才讲安联合国，黄小柱伊讲袂使讲中华民国不存在嘛吼、
啊，联合国已经不承认中华民国迄张护照、甲迄张国民身份证啊，拢不承认了吼。所以咱来看吼 ，T W 嘞，后摆台湾有足侪有 T W， 就是本土台湾人，就是老爸老母、爸爸妈妈，拢是日本时代有户籍填本的，证明你是本土台湾人。啊，那一半嘞，一半是，一半不是，咱有足侪去娶外国某的，啊，嫁外国翁的，吼，迄就是不是 T W 啊。啊，过来嘞。在台湾的国民党，伊若要带，可以叫做 C， 阿强若要转来，若要再带会使袂？叫做 CN China 中国人，越南的 VN 泰国的，菲律宾的、印尼的、美国的，即个咧统称台湾的绿卡，啊，摕到台湾的绿卡变喏，他没有跟我们享受一样的福利吼，但是满六年就会使啊，只要满六年就会使，但是这六年哦，他要需要正常的缴税金哦，那不能有犯罪记录。啊，所以六年若满了后，伊就会当来台面上同款，小可就抓一下，啊，小可考试一下，有可能后摆咱会加考一挂国语的。欸，我咧讲国语会知哦，就是我即摆讲个即啦。你要做台湾人，你袂晓讲台湾的话，要来使讲你爱台湾嘛，无爱信对无吼？所以后摆就会当换当个 T W， 啊，换当个 T W 了，福利就是咱台湾人同款啦。哦，福利就是遐咧。全民健保免投，因为咱迄张是三合一的，是乡镇是健保卡吼、哦，三合一的，本土台湾人挂名免钱。那即摆有超过八十万的囡仔有助学贷款的，大家都知足侪人啊，应该唔呐超过八十万啦，吼、哦。嘿，我是这进前的资料，即摆应该超过啊。免停，即、這个政府退休负责，吼、哦。第三，咱即摆呐未来执行了，对幼稚园读到大学啊，拢免钱的，拢即个政府负责。栽培，所以后摆台湾人民哦，足好过吼。那超过十八岁以上，只要那是 T W 的，人人一间厝好大，一人一间厝好大。你要住台北，要住高雄，要住山顶拢会使。只要摕到 T W 的身份证，甲咱各地的郡守申请就会使啊。讲你要住遐，伊就想办法配一间厝，头二十平左右。啊，住偌久你敢知？住到有一天来形容袂记好喘气安尼，嘿，啊政府就收回来啊。收回来爱好下一个人请，正常个呀、啊。啊，有人讲，哎、欸、呀，二十平年了哦，有人安尼想无？发现有人爱收，但是无讲个呢。二十平年袂歹啊吼，啊，这一看大只，一看大，本土大人就是安尼可以。啊，若超过那，哦，大只，啊，若住袂路边喏，我假设二十平年有人嫌收做紧，住袂路边喏。哦。住袂了，都家己趁钱买啊大间个啊，你唔知？昨我伫网络看一个，迄个阿伯啊，徛起来，迄个电动车徛起快速道路，啊，警察甲查来讲，哎、欸、阿伯啊，啊你这车徛啊只作业，你敢知？迄阿伯面了面臭，哟吼，我即摆甲你考者，那红灯变喏，我直直行啊，啊好，无，伊讲那青灯嘛，伊讲我直直行啊，红灯嘞，我多等啊。啊！那黄灯诶，迄阿伯也想去困，我啥物病啊？台湾人真趣味吼，所以二十平以上啦，二十平左右啊，尔啦吼。过来咧，六十五岁以上老人年金，每个月咱要发$800，参美国同款，个$800会知影一个月偌济啦吼，两三万块咧啦。那三十八岁两万四啊嘛，但即摆可能两三万啊，即摆可能三十几嘛吼。$800，但是这$800有条件哦，就是伫咱执政之前哦，各位听我清楚哦，执政之前有送件的，有送件，因为咱送件美国来回要两三个月哦，有送件就有准算啊。执政之前若有送件，六十五岁以上老人年金就有$800，但是爱开1000块的公本费，大家拢知吼，1000块公本费，但是无要紧，这1000块公本费，等咱执政了会向恁500的消费者。哎、欸，等于卖了，开1000卖了，绝对会赢500消费者。但是有人讲，哈，爱开1000哦，我无要紧啊，无你执行了再种，那执行了再种免钱啊，迄阵就免开1000啊，迄阵再种嘛会使。按古迄阵再种的时阵哦，老人年金绝对会减，有可能会减200，啊，有可能减400。啊，那假设来减400，就一个月就减一半。啊，所以咱来甲亲戚朋友讲足清楚吼。你要让这个政府每个月发给你24000，还是每个月要给你1000，你自己做决定。比较戆的，大家也要24000，大家也要$800，
啊，要八百块美金要安怎？赶紧送件啊！就是安尼，咱足紧就会执行哦。所以大家唔忙，就是假哦。足侪资讯告诉我们，很快的吼、哦。所以这就是老年金的福利吼、哦，福利足侪 ，T W 也有吼、哦。过来，福利遐侪，有人是讲钱要对倒来无？钱伫遮有侪无？家看就知吼。钱从哪边来？每年交三，这个国家，这个政府啊。过去上侪敢六十趴呢，六成呢，去做国外交。伊逐年咧买派你啊买武器，逐年咧起兵，啊外交摕十亿五亿去互外国人开，啊半年后去参加中华好啊，好无？这条钱后摆交美军去开啊，咱会参过去琉球同款，无人免做兵免买武器吼、哦。这条钱会省真多。过来咧，战后重建基金，美国爱拨这条给咱，这条嘛足大条诶。美国当时甲台湾的百姓炸啊，密密麻麻呢。唔是干呐，拍到军统尔嘞，足侪百姓拢走了，所以他们要编了一条战后重建基金哦。过来，动神呢，每年编1亿，去饲新政府一挂米塘，差不多七八十个，拢无咧上班，啊，逐年编2亿，咱唔是干编这条尔嘞。我讲这个两个差着一个，咱台湾有两个新政府嘞，台湾新政府伫遐营养饲棒，饲米塘，过另外一个福建新政府设立新店，好呀。诶，福建省政府当年嘛编要到1亿，即来开真侪钱吼。过来咧，公务人员目前有346,000+人，伤侪，绝对是伤侪。伊大家拢知足侪是练干身的啦，无咧做的啦，占亏尔啦。迄种拢独条吼，后摆咱会省真侪。过来咧，后摆大家无感觉，啊无选举，啊好野人爱纳税金。诶，各位好野人无咧纳税金，恁知无？伊拢会晓叫会计师吼去节税、去避税，啊，迄就是哦在逃漏税。后摆拢爱纳，人人有责任吼缴税吼。啊，后摆无选举，大家拢有看过吼，选举当年开足侪钱呢，包括这双十国庆啊，迄外销转来是咧创啥，你知无？伊拢补助呢，过去是100%补助呢，啊，即摆补助较少啊，补助较少嘛是补助，啊，补助较少用别项个巧立名目，因是转来顺带讲观光。啊，顺带去健康检查，哎，迄拢开咱的钱呢。无啊，当年有遐侪外侨要转来，有好康的啊。所以后摆无选举好人纳税金过来，后摆无感觉，感觉咱嘛开足侪钱的。各位，你知影无感觉会惊袂？袂哦，吼，姐啊，你是比我较有胆。你是哪唔惊？过，哎，参日本时代同款吼。感觉大家拢知唔对的，咱纳税金请警察去掠贼啊，去关，迄贼啊，若关3-5个月出来了，变大盗，内底有功夫呢，对不？过来，高因啊，冤家相拍，掠你内底关3-5年出来，大家嘛赤人赤红，出来大家嘛闹大个。感觉是咧犯罪的温床，是咧训练歹人个所在。咱个感觉这个钱献个，唔分到大家唔正好，是不是安尼？啊，后摆保证无贼啊，为什么你知不？袂好啦！伊咱学新加坡用公家生的，头3个不3个就毕开啊，开就流出来啊。社会福利遐尼好，啊无人会去做歹，啊做歹就是后摆两种型尔，一种叫做变形，一种叫做畸形。像郑捷迄乌白共杀人无代志呢，即马昨个报纸都看在迄、那个，甲一个查囡仔杀死8岁个无，迄、那个讲袂畸形呢。啊，28年前有一个判畸形犯的，到即马还搁咧关呢。啊！因的家庭食比咱的学生囡仔食较大只呢。因好像每餐好像20几块，咱学校编的餐点哦，9块多两两。你看差好多无？所以感觉是唔对，后摆无感觉啦，昨日无感觉吼。过来，好无？四大基金前进中国，这拢有去无倒来啊？好无？公务人员退伍基金。有除劳保，这种无去啊，这种前进中国吼。哦，伫遮新政府有无？这一年编9000几亿呢，要到1亿呢，9000几万啊。台湾新政府2亿外，啊，这1亿都超3亿，这逐年就升，这就升真多啊。即摆已经搬到金门啊。我搁听讲有一，听讲新加坡的朋友讲有去看到迄个网络新闻哦，故宫。要搬去金门啊！
啊，众人讲啊，哎，故宫怀旧，哎，个阿强阿弟，嘿，故宫的诶文物本来就是因中国摕来，本来就因的啊，足侪台湾人啥无呢？即摆足侪台湾人可能就可能讲分不清，我是中国人还是台湾人，差呢尔，讲骗上句啊吼。无奈，这政府吼，这个百姓欠300块尔，甲封财产。啊，徐世东、严通欠500块，无代志。咱纳税金纳无，这个政府用咱的税金去起一条高速公路。咱大完了，家己买车驶高速公路，咱嘛照常咧收费站嘛是纳票，纳30几年啊，敢么阁无够？伊即摆马上叫知影要走啊，创予财团去，创予徐世东去收，一个月一年安尼收29亿。要到30亿吼，过来马英九做这7年了吼，两蒋啊，到底啊，迄两个人都袂喘气啊，本来就无啊，撤兵啊嘛，即马佫即几年佫开始个，慈湖呀有无？同款吼，钱拢学袂开啦。过去国民党个当选就9000几亿吼，即马讲剩200几亿啊，即马英九交朱立伦剩200几亿呢，啊，就剩啊滴落去。其实国民党伫乌拉圭，应该唔但是乌拉圭啊，巴拉圭吼，底下买用东山啊，东山嘛伫咱遮提个，东山底下买差不多台湾的200-300多，乌拉圭啊，我他妈乌啦，对啦，我讲迄过了10年前就伫乌拉圭啊买一个，一早就传要走啊，一早台湾唔是因个嘛，所以因拢传后路传边啊咯，足多吼。万九每年编40几亿、1000几亿呢，去照顾迄个农民，迄个老农民，啊，台湾人呢，艰苦到要死吼。当年买不起，后摆拢免买啊。过来，国民党、立委、民进党拢同款，寺庙啊，会当占国有地哦，那5年以后就就地合法。立委一年的薪水吼，偌济，干呐？一年的薪水是足多，我有看资料看袂起，足多。伊内阁有啥物补助款一大堆啦，超你面目足多啊！啊，领咱的薪水去募咱的土地吼，即种不应该。民进党内底有14个，拢来支持这個法案，我才有名单，连江恁在你看会到。等民进党若要入来了吼，就公布啊。过来，前进中国，即去年民进党的立委吴秉睿伫立法院咧咨询。合股董事长有无？足侪人看这种新闻哦。伊讲你有借钱给中国人无？伊讲有。啊，有没有担保？没有。哈？为什么没有担保？啊，因为他们的财报吼写得很漂亮。各位党诶，免啥做啊？请一个会计师，财报写足水诶，去啊合股借钱免担保凭。歹势，绝对借无，因为台湾人借无，中国人才有啊。这公然咧搬钱诶，这钱是有去无倒来呢？986亿呢？8月份借伊哦。9月份连头一个月的利息都无啦咩？讲倒啊！啊，当然要倒，我咧看啊，没有担保品啊。公然的搬钱哦，台湾人真可怜。万年回猫卫福部吼，96岁，每个月还佫领13万。嘿嘿，我咧讲的公务人员的足多的，这种的，这种拢会剁掉啦。唔拿这种的足多啦。卫福部寄生虫防治会有，较早有迄个需要，即马无啊。较早囡仔，咱囡仔拢有蚊虫有无？你像这个寄生虫防治会，但即摆囡仔无蚊虫啊！即摆囡仔蚊虫，啥物人偷袭？你敢知？啊，毋是偷的啊，兴隆偷的呢，啊，甲麦当劳偷的呢。诶，兴隆个农药一日比一日较毒，啊，转着菜，啊，咱菜贩来食，蚊虫挑伊，对无？所以这样拢无合理啦吼。过来，哦，这个老伙仔伊讲啊，因家11个拢老师，啊，退休了吼。比咧上班领较侪，啊，所以因兜在一个都啊10年都啊领1亿，啊，所以伊嘛领啊真歹势，伊讲我也很愿意改革啊，但是慢球选择不要改革，因为慢球如果啦18下改落，会得失足侪票源啊，足侪财团，哦，包括连前一个月讲37万5，要饲一世人呢，蔡英文嘛真侪呢，啊，蔡英文嘛就18%呢。啊，蔡英文那个国民党讲，你自己领18%，你又在骂18%。伊讲啊，你看伊查人看高一高，伊讲，可是我那个18%都拿来做公益哦，安尼大家听有无？如果你阿多啊，我就袂瘾做公益，伊是无讲，伊讲我是用那个18%来做公益呢。
大哥哈，哦，这个包括迄个台北信义分局长，你知无？李德威，李德威参因某伫消防组咧上班，薪水21万哦。柯文哲无，即边伫电视甲干交有无？啊，以前起码是足话你，愈想愈袂爽，就因某讲卖做来退退，叫阮两个阿某退了，一个月阁领19万5，嘿嘿。有上班领21万，退休了领19万5，只有这制度不合理啦。所以中华民国国民党的财政已经掏空啊，不只是苗栗县政府发不出薪水哦，各县市拢同款，地里要逼的应该找陈局、高雄市，拢一空乌人人做大空的，足多啊，各县市拢同款啦，拢掏空啊。所以有人咧专家咧讲嘛，即届如果呐，什么人来去选到总统，假设如果若有选到总统哦。无人叫伊起来，拢无法度啊，无可能啦吼。过来吼，来，咱两个来健保卡嘛吼。这个政府哦，违法开后门，63000个中国人啊，吃咱的健保卡，看无？咱一直在立健保啊，那一个月、两个月无立，一直在咧锁卡啊。中国人唔免，中国人的大学生来台湾读书，每个月补助偌济，你敢知？这郑鸿仪伫去年伫台中。有一篇演讲足大场，迄电视都嘛拢报。伊无讲，到尾也无讲，讲三年讲，只有在干羚羊有无？啊，即摆囡仔，即摆囡仔较叫讲在蛋羚羊啊，蛋很营养，蛋羚羊。伊讲，中国大学生来遮读册，每个月补助3万块。啊，若凊彩用者讲，伊有在研究生一个月6万块，咱家己学生囡仔拢爱助学贷款啊。你看差有济无？哦，即个要求无合理吼。过来，行政院发言人年薪6000万，乌白开，迄钱乌白付，迄台湾人开始太好骗嘞。啊，过来，佫差一个民进党诶，吼、哦，他们伫遐演戏，共同咧骗台湾人，难怪希拉里会骂民进党，讲民进党深知国民党里面的有庞大利益，所以仿效之吼。过、哦、来讲，美国国会对台湾人民非常不谅解，因为台湾人民哦。拢唔知家己的身份地位啊，佮中国人牵咧戆戆衰啊，所以他对台湾人民是很不谅解哦。过来一件代志，希拉里来讲啊，过去麦克是不是有开放美国？咱嘛一直要唔到，那意味是讲美国的压力，马英九不得不跟美国向美国买呢，有狂牛症哦的美牛。希拉里来讲啊，顶八月二日讲伫国会报告讲啊，伊讲马英九不顾台湾人民。因可能因为狂牛症而死亡的消息哦，伊家己因为马英九被抓包，伊跟中共热线，去予美国人抓到，所以为了要弥补这个风暴，家己甲美国个生理来讲啊，进一寡美牛入来，进足侪入来台湾呢。但是各位无人食到美牛嘛吼，大陆有哪咧食牛排，绝对无人食到，因为每一间店拢打。本店接乎美国牛肉，都是澳洲来的牛。哎，遐侪美牛对倒去，嘿嘿嘿。迄个此地无银300两啦，迄店楼下本店都是进口澳洲牛肉，迄就是美国牛肉啦。啊，所以这是马英九家己进的哦。你也想哦，唔是美国压力呢，这死老李家己亲自讲的，全世界新闻拢有看呢，美国国会报告呢，足严重哦。即讲的哦，我在高官呢，应该足侪人捌伊哦。伊讲我是高级的外省人，我虽然喝台湾水，我吃台湾米，可是我住在你们这个鬼岛，很委屈，臭屁搞不起，所以被停权。当伊伫要退休的前一个月，国民党的高层呢，甲安排去台湾省政府去遐做米堂做一个月，减爽退，每个月领8万，领一世人。中华民国如果佫继续伫咧台湾啊！无可能，这种人足多，几落万人诶！台湾人永远没办法超生啦，一日比一日搁较艰苦啊！但是无要紧，台湾人太轮命了哦，足厉害，会当适应任何恶劣的环境哦。过来，《天下》杂志做者调查，伊是讲348万人，其实唔啦啦，超过啦，足侪做小工诶，足侪做临时工啊，摆路边摊诶，因拢调查袂到啊。中国人吃香喝辣的啊，台湾人穷忙族，月薪不到3万块，起码足侪年22K 对不？2万2，啊，你假设一年就3万块，伊无多，伊这3万块爱创啥你知无？爱立健保卡，你若无立，伊就甲你锁卡；爱立囡仔学费，你若无立学费，袂当读册。过来嘞，
爱立厝租，啊那无就立房贷，那毋是买厝的租厝嘛。过来，老爸老母即个老啊未趁钱啊，政府一个月给伊3500块，一定无够人开，甲咱饲甲遮大呐。所以我一定要穿几千块啊，好生活嘛。你家己出唔食咪？好朋友开店，同学开店，歹势的我无啷个去消费，我要来夜市啊俗啊，是毋是安尼？所以，逐天都有过了百间的中小企业停业，就是安尼啊。为什么即摆夜市啊生意愈来愈多，塞计程车愈来愈多，路边摊愈来愈多，足侪是拢兼差呢？足侪是上班族的，也毋是去兼差呢，足可怜的，囡仔拢放得住，所以安尼放得住嘛，真危险呢。是啊，台湾人就是安尼两不实的吼。过来，咱要来讲吼。即马目前即个在政治联甲个台湾啊，政治联哩，大家伫遐话爽个，有爱台湾无？有爱有当选哦，迄种个拢咧话爽个尔，感情个，咱毋是感情，咱是许法律个，咱依法依律。所以即马即个中华民国即个管理当局啊，伊要离开啊，伊个长官就是 AIT， 哦 ，AIT 是美国再来协会，伊长官就是国务院，啊，管定是美国总统。哦，那即马呢，咱即个政府传便便的蛋啊，叫做 TCG。那 TCG 的长官就是 USMG， 平平啊美国人哦，美国军事政府，美国军事政府管定的是国防部，伊这边是国务院哦，咱这边国防部哦，赶快同属奥巴马。所以咱来了解这个情形，咱后底法理革命，咱是伫做全世界的模范生哦。欸，咱后底快乐革命呢？快乐法理革命，咱真安全呢？革命是安怎，你知无？过去革命是毋是拢牙刀牙枪烧台台硬人才做王，是毋是安尼？唯一的全世界，敢若咱台湾在做全世界的模范生。咱要革命，咱用法律，用一支笔就好啊！哦，用依法依律甲过，因就输就是爱走，就是安尼尔尔。即摆足侪足侪世界的国家哦，拢定定伫咧国内战，有台来台去，真可怜啊！哦，啊，咱台湾是咧做模范生哦，后摆全世界会甲咱台湾政府哦。做一个教科书，即卖咱亚洲地区足侪人无咧研究这个战争法呢。自从秘书长林志升博士开始研究这个战争法了，哦，足侪所在拢日本嘛咧读啊，中国嘛咧读啊，所以中国嘛足侪学者哦，赶快写战争法，啊嘛送秘书长一张一本，但是就刚才无讲到台湾民政府，所以未来台湾人啊是应该是亚洲地区上厉害、上捌国际法律的。上捌迄个遵守战争法的人民吼，好啊！今仔日时间差不多啊吼，我就来讲到这。啊，迄个影片未放，我连讲吼，再甲接落去内底。就迄个去美国的国内线吼，伊提张提这个相片。我今仔日我今仔日也无甲人讲着无，我对不过系我亲戚朋友，为虾米这好物件？啊，人我拢唔知影，啊，过伊就是讲爱怀疑，即嘛足奇怪。对啊，就是有人咧怀疑。咱即本已经落来啊。啊，咱即，那我你讲，你要办收的证了，对无？以后就是主人对价咧。我刚刚说，当时你个辩论的啊。已经去干过啊。我上个十年，我都去过啊。就是啊，我讲过的东西啊。五月三十，伊迄唔免啊，伊迄个宣判啊，迄个是宣判。咱的那是中华民国的，迄落啥，伊就外交部都收着啊，伊搁叫啥物？哎呀，他不承认啊，他等于败诉啊。哎呀，这摆是美国不承认。苏教，对，苏教，苏教，你个讲你摕身份证去美国？免讲遐济啊。哦，身份证哦。嘿。身份证要通关的时阵哦，足简单的，就是安怎讲，阮朋友听同情，我想讲，咱会讲较久啦。后尾我想讲，啊，那身份证足好用啊，我拢摕互伊啊。啊，其实我拿给他的时候，我也好像无互伊啦。啊！伊安尼摕起电脑安尼揪一个对无吼？伊双手举强全安尼，甲我指讲啊，摕互我。我头一摆拄着安尼啊。啊！伊甲我讲，你行对边啊，迄个通道行。啊！我跪的时，我想奇怪，啊，那也免脱衫，也免脱鞋啊，啊，嘛免手举遮悬对无吼？啊，才叫让你通过。啊，咱刚才比过会通过。对，啊，你一般的民众对无，拢伫遐排队波，伫遐脱鞋。就爱外套脱起，手搁举安尼，啊！有些旋转门搁在扫描无过时哦。哎呀吼，为什么通关遐方便？因为这四字 USMG， 身份证后壁有四字，吼，就是安尼。好，啊，今日参大家分享到这，谢谢。